寒假看了，寒假看了就是学了，就是寒假课，好吗？那你就应该选 C 了，对不对？啊，应该选 C 了。好嘞，同学们，咱们上课的时间到了，周老师呢把这个数据保存一下，我们这个投票就结束了啊。我看到大家的情况了，所以程玉，你是应该选 C 吗？是不是？是不是应该选 C？如果是寒假课上了的话，就应该选 C 啊，就应该选 C。好嘞，同学们，那周老师关闭这个投票，给大家呢来发红包，咱们就准备我们的春季第一次课喽。是的，应该是 C，周老师呢，就是强烈提醒咱们哦，如果真的寒假课也没有跟着学，然后学校呢还没有正好上到咱们春季这一讲的内容，那么你就必须得好好的预习，这样咱们的上课效果效率是最好的，行吗？同学们呢一定要知道这个逻辑。好嘞，这个红包结束了，周老师再给大家发一个红包，来喽，再来一个，这个红包结束了啊。我们再来一个红包，理论上，咱们跟着直播课目前出现的这些同学们，我们 A 选项的同学应该是很少的同学，对吧？但是刚才像程昱错。选了 A 了，应该选 C 是吧？好嘞，这个红包也结束了啊，同学们，那我们就开始咱们春季的第一讲的课程喽。肯定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都属于这部分知识呀，是不是瑞哲啊？你想想，周老师给大家说的咱们寒春的逻辑是什么？你看看现在我们春季的大纲是什么？春季的大纲全都是给大家高效的来总结考点，然后来解决考法，来整理题型，是不是？上学期还没有上完，我不知道啊。你们呢有一些这个进度上不太一致的这些小问题，没事儿啊，咱们呢不管怎么样，周老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们春季的课，大家呢一定要提前预习哦。进起来了，看到了啊，一定要提前预习。好嘞，那周老师呢再给大家那个提个小醒，都上到点数分列了，人都列了。好的，看到您啦。我们的兰芝同学哈，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特别给大家强调的，咱们呢一定用五笔记课件去进行预习。再翻区回一下，周老师，你的五笔记课件是自己在咱们的资料区下载的，还是在辅导老师那儿拿的？如果是前者回一，如果是后者回二，就是每堂课咱们就用这个进行提前预习。预习完了之后，你发现，哎呀，老师，你上课的每一丝逻辑都是按这个去讲的啊！我提前预习了，特别痛快，上课跟着。好，是二是一，因为你自己随时去资料去下载的话，特别痛快，特别那个方便，是吧？如果你不方便的话，可以找辅导老师去要，辅导老师应该也发到咱们的群里面，对吧？好，这是我们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能跟直播效果呢，肯定是非常好的互动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浩洋，下节课开始一定要好好预习喽。然后呢，我们如果没有跟这堂直播，马上就把这堂直播给他补回来，因为这一讲就把这一周的知识范畴所涉及到的相应的考点考法，周老师都给大家整理出来了啊。然后呢，你课下做练习题的时候，对应着在学校，你就发现，哎，那些题呢都是考这些点，好吧？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特别重要的。然后每堂课呢做一做巩固练习，检测一下自我成果。还有一点，除了这一点哈，还有一点就是下了课之后呢，你就赶紧的把咱们的笔记都下载下来。周老师呢在课件上，我们的春季用这样的一个页儿做笔记页儿，我们之前的时候。不是用那个小灯泡点亮你们的思维，点亮你们的这个记忆等等，那个小灯泡做笔记。这回呢，我给大家用了一个活页本儿加上笔，这一页呢都是要做笔记的啊，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这就是你的笔记，你直接下载下来，你把它打印出来，贴到你的笔记本上都 OK，你不用重新抄了。这是周老师给大家特别精准的一点一点，所有的笔记全都记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啊，为了不影响大家呢，我把这个水印后面都打得比较浅了。你看，同学们，这全都是笔记啊。
这全都是笔记，所以下了课之后，你的第一要务，立马把咱们的笔记啊，带我们的这个笔记的这个课件给它下载下来，然后呢，自己进行剪切、剪裁啊，然后呢，进行整理什么的都 OK，然后呢，内化成自己的知识，好不好，同学们？这个在哪里找？在你的下了课之后就能下载。如果你不会下载的话，就去问咱们的辅导老师，好吗？我们的景博同学，景博同学是不是第一次跟课啊？好嘞，那这样的话呢，周老师再给大家说几句，咱们就立马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儿八经的课程了啊。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额外的啰嗦的。来，同学们，这是咱们整个春季的大纲，跟我们的寒假课一定是不一样的。寒假课呢，周老师给大家再讲原理，那么有很多引经据典了，这么解释，那么解释，然后我们春季课呢，周老师只给，就是直接快节奏的给大家很多很多的这个需要落实的考点啊，以及解题方法等等，所以呢，我们节奏更快一些，因为今天是第一节课，所以同学们先适应一下，我节奏可能会比较慢啊，第一节课节奏比较慢，然后后面呢，周老师都要把节奏提起来，咱们的目的就是。这个春季课，我们每一周都要会做题，你的周测、你的月考、你的期中、你的期末，咱们是要直面这些题目的，要拿分的，好吧，同学们啊？你看中括号里边全都是考点归纳呀、考法题型啊等等等等。好嘞，那预习的时候呢，对应着我们的课本上的内容就是这些内容。那咱们来看看这些内容涉及到的考点考法是怎样的。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点来了。你们预习了，看没看到周老师给了大家多少个点啊？我们本次课完了之后呢，其实重点的任务就是把10个考点全都拿到手。凡是这10个考点的考法在题里面出现，你也全都能得满分。然后呢，周老师再给大家稍微的提一提我们正确的数学思维的问题，因为在本次课的基础上，下一次课的时候，全都是利用分离定律来进行什么呢？数学算法，然后解题方法，各种题型啊。所以今天先来把考点给大家打出来啊，然后呢，下一次课的时候，咱们呢主要去进行计算。啊，进行解题，进行题型归纳，这2节课结束了，咱们的分离规律就结束了，行吧，同学们？好嘞，那我们来看看，所以这节课你不用想着老师啊，我就巴拉巴拉计算好多难的题，下一节课的事，下一节课是题型来了，同学们，第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考点一。你如果要学习遗传规律，这个遗传规律谁得出来的？孟德尔得出来的。孟德尔通过什么？通过拿豌豆做杂交实验，分析亲子带的性状传递规律得出来的。比如，我要研究人的双眼皮、单眼皮这个性状怎么遗传，对吧？比如，我要研究豌豆的红花、白花这一对性状怎么遗传，豌豆的高茎、矮茎这一对性状怎么遗传。所以呢，我们就要做杂交实验。而你做杂交实验的时候，为什么选它？做实验材料，它有什么优势？所以呢，同学们来看一下豌豆做遗传实验材料的优点。显然，这个不像我们预习课给大家总结了2个啊就完事儿了。这个呢，是所有的点全都给能考到的，几乎周老师全都给大家整理出来了。那这里面记住这3个点是什么呢？是统一的点。什么意思呢？统一的点就是，如果我要研究某个物种它的某些性状的遗传，这个物种用来做遗传杂交实验材料的话，它就必须得有这3个方面的特点啊。这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得有相对性状，这个相对性状得怎么着呢？得易于区分，比如说豌豆的高茎和矮茎。很容易区分，高的1米高，矮的可能20-30厘米，你别高的矮的根本相差无几，再加上这个肥料的因素，你就分不清谁是高是谁是矮的，你这就没办法研究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周老师给大家整理考点的时候，也就是说每一个1、2、3、4、5是吧？每一个点，你只要答题的时候把上面这一句答出来，你就全拿到分了。但是我为了让你记得更清楚。不是只让你记上面那一句，而下面又给你加了一句。下面加的这一句是干嘛呢？就是说它这个点到底怎么个优法？为什么你说这个点是优点呢？因为只有它的相对性状特别容易区分的话，那你做实验的时候，你才容易观察和分析啊。你连看都看不出来哪个是高，哪个是矮，你还怎么分析呢？所以这是周老师讲课的时候，
不只是让你硬生生的记考点，而让你记是什么？是真的懂得了怎么记，这样咱们是不是才觉着不是死记硬背呀？对不对？嗯，好嘞，每一句都是这样。实际上你答题的时候只答上面这一句就 OK 了。嗯，只答上面这一句就 OK 了。好，这是第一个点。所有用作遗传实验材料的，那你必须得有易于区分的相对性状。双眼皮和单眼皮如果看不出来，那个双眼皮稍微有一点点丝儿也看不清，使劲扒拉才能看得清，那多难去观察和分析啊！所以呢，你要找那个相对性状，它就得特别容易区分，这叫相对性状。所以呢，这儿就有一个名词了。这些名词呢也不用担心，本节课咱们的这个名词也作为一个考点归纳，我给大家一个名词一个名词常见考法去进行分析。那相对性状呢，简单在这儿先给大家说，就是同一物种。同一性状的不同表现方面，比如说单眼皮、双眼皮、左撇子、右撇子啊，比如说狗的长毛和短毛，比如说人的直头发和自来卷头发，这些呢全都是相对性状，就是你们语文上绝对绝对的反义词，好不好啊？必须是同一物种同一性状的不同表现方面才叫相对性状。比如同学们，狗的长毛和卷毛叫吗？狗的长毛和卷毛叫吗？是不是不叫相对性状啊？长和短，直和卷，对吧？它不是同一性状啊，一个是那个毛的长度，一个是毛的那个卷曲度，所以呢，这是相对性状这个概念。好，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你要做实验的话，那么这个材料它的繁殖周期必须得是短的，嗯，它的生长繁殖周期必须得是短的。比如说豌豆呢，一般情况下它的周期不会太长。做题的时候呢，你有时候会看到什么呢？早熟的豌豆、晚熟的豌豆、什么中熟的豌豆等等哈，早熟的可能70天。就完事儿了，然后中熟的可能90天，晚熟的可能180天，但是好歹你做那么两三个月，这实验就结束了，是不是同学们？所以你就会发现，我呢必须得找这种生长繁殖周期短的，你不能找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的那个，实验结果还没有出来啊，你都不知道它的后代什么性状，跟亲代去分析比较，那你人都没了，那实验还没有做完呢，是不是？所以呢，用其做杂交实验的实验周期是比较短的，这是我们的第二条。然后还有第三条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你做遗传规律杂交实验，双眼皮、单眼皮，它的一个遗传的话，你不是说生出来一个后代你就能得出规律、分析出规律来的。那我问大家，一个双眼皮和一个单眼皮的父母，然后呢生了一个单眼皮的孩子，你能得出什么结论来？你不能的，所以呢，咱们需要有大量的后代来进行数据的这个统计。如果你后代数量少，它就是偶然性，你就分析不出统计学规律来，同学们啊。所以呢，种子数目多，这也是豌豆的一个优势。为什么数目多？那就是它的优点，因为我们所有的杂交实验做实验的时候，必须要有大量的样本才能对那个数据做出有科学性的、有说服性、可靠的这个数学统计概率来，好不好？那这是这三条，哪怕不是豌豆哦，等到我们后面那个摩尔根用果蝇做杂交实验的时候，你也能想到这三条，你是死记硬背吗？不是，我要做遗传实验的，我要分析遗传规律，所以必须得有相对性状啊。所以必须后代比较多，所以必须做起来实验周期短呢，对不对，同学们？好嘞，然后其他的呢，这就是豌豆比较特殊的地儿，还挺好用它来做实验。豌豆比较特殊的地儿，你比如说它的花特别的大，我操作起来呢容易操作，因为人为的想让这朵花啊和这朵花的植株，它俩进行一个交配嘛，人为进行操作，雌蕊雄蕊的操作比较好方这个方便。那如果是小麦的话，它的花就比较小，操作起来就没有豌豆呢那么的容易操作，可能还得拿着什么解剖就放大镜去进行操作，是不是？好，这个，但是呢，这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不是我们这三点同学们必须理解的清清楚楚的？然后再有就是豌豆它成熟之后呢，那个种子特别容易收集呀，你不是要观察后代的情况吗？你得把种子收集下来呀，看看什么样的种子有多少，然后把种子种下去，看看长出来的子代怎么样。那我问大家，如果是蒲公英呢？
你拿蒲公英去做的话，那它到处乱飞，收集不到种子，那就算一个缺点，是不是，同学们？好嘞。然后呢，还有一个也是特别重要的，对于豌豆这个物种而言，它是什么呢？自己的花瓣使劲闭合着的时候，它就完成了自花传粉，所以叫自花传粉，闭花授粉，不跟别的进行杂交，所以呢，它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呀？是纯种。这种情况下，咱们拿来一个白花植株，拿来一个红花豌豆进行杂交，我就知道我拿来这两家伙纯纯的，没有跟别人杂过。所以你分析起来特别的简单，特别的可靠呀。好嘞，同学们，这些点容易记下来吧，容易清楚吧？咱们考题涉及到的时候呢，自己都能理解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考点。然后呢，我们第二项考点就是要做这个实验，你不得人工进行杂交操作吗？人工进行杂交操作，那个如果不人工控制的话，它可能就按着它自己自然的交配方式进行交配了。比如，周老师先把第三个考点给大家说了，就是不同物种在自然状态下，它是有不同类型的交配方式的。如果你不人为的进行杂交，它就不按着你的意愿。我就想让红花的和白花的进行杂交，不是啊？人家自然情况下，人就什么，人就自交了，你还怎么研究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咱们要人为特定的让它和它进行杂交。来，我先把这个考点给大家说完啊。豌豆是自交的，一般情况下，现在同学们头脑里面全都唰唰的在进考点啊！一般情况下，像小麦啊、水稻这个大家比较熟悉，是不是？它们呢也跟豌豆是一样的啊，也是什么呢？自交，也是自交，就是自己跟自己交配，就叫自交。而且这个豌豆它是什么？它是两性花呀，同学们，它是两性花。就一朵豌豆花里面又有中间这个大雌蕊，又有一堆的小雄蕊呀。雄蕊产生精子，雌蕊产生卵细胞嘛。所以我们接着来看自我交配，自交。豌豆这个自交是什么呢？是两性花自交。小麦、水稻跟它一样，但是玉米这个交配方式跟它就不一样了。玉米是什么样的呢？同学们来看一下，玉米是这个样子的。玉米它虽然也是雌雄同体，豌豆也是雌雄同体，咱们肯定不是雌雄同体了。它虽然也是雌雄同体，但是呢，它是单性花。也就是说，上面是雄花，用这个符号表示，下面呢是雌花。那么它怎么交配呢？它可以自我交配，上面的花粉给自己的雌花进行授粉，它也可以自交，因为它是雌雄同体，虽然是异花，这叫雌雄同体异花，但是它可以自我交配，可以自交，当然呢，也可以接受别人给它的花粉，这是杂交，也就是想怎么交就怎么交，随便。随便，这叫什么呢？这叫自由交配，这叫随机交配。所以你要不人为控制它的话，你就没办法分析了，它到底跟谁交配产生的后代啊，对不对？所以呢，必须得人为的进行杂交实验。但是这个考点你也要记下来，因为你做题的时候，人家题目里面可能没告诉你什么交配方式。你看到题目里面，如果是自然状态的话，豌豆你就按自交去算，玉米你就按自由交配的方式去进行计算就行了啊。后面计算会涉及到各种交配方式的计算啊。等到以后，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题目里面根本没有涉及到我背下来的豌豆啊，什么自交、玉米怎么交配是吧？那题目里面呢，它会正儿八经的告诉你说谁和谁交配啊，高茎的和矮茎的进行这个杂交，它会告诉你交配方式是怎么交配的，好不好？题目里面会正儿八经的告诉大家，你就不用担心了，按题目里面告诉你的去进行计算分析就 OK 了。来，同学们，咱们看一下，你要人为的控制谁和谁交配的话，咱们一般的操作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就是人工杂交操作，人工异花传粉。我首先得把这个母本的雄蕊给它去掉，这叫母本去雄，只让它做母本。所以假设这是高茎的豌豆花啊，然后呢，你把母本去雄，用它做母本嘛。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副本，副本呢，假设是个矮茎的花。
啊，它是白花。我们采集这个副本的花粉，用这个小毛刷刷一刷，它那个花粉粒儿就掉下来，掉在你的小纸盒子里边了。然后我们进行什么人工异花传粉，能看出这个操作吗？你看这儿雄蕊是不是全都给咔嚓掉了，给点掉了？这样的话呢，相当于这个高茎的豌豆的这个花就已经什么呀授粉完了。然后呢，它就结种子，结出来的这个种子，我们再给它种下去，就怎么样呢？种下去再长。长出来，你猜猜它是高的呢，还是矮的呢？对不对？哎，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杂交实验，它是怎样的一个规律啊？那这样的话，同学们呢就把这里面的考点全都给它记下来。我们的人工异花传粉操作，它的里面涉及到的点，第一个母本要去雄，而且这个时期去雄，千万别等着它自己已经授粉完了，它自交完成了，你再给它去雄就管用了，它已经完成自我交配了，好不好？所以花骨朵时期的时候就进行母本去雄，然后去雄完了之后呢，一定要进行套袋。套袋的目的就是防止外来的花粉进行干扰，所以我去雄完了之后呢，赶紧给它套上纸袋子，别让外来的花粉又过来给它的雌蕊进行授粉了。因为我的目的只是让你想要的那一个品种过来给它授粉，人工异花传粉嘛，对吧？然后呢，我们等到去雄的那个花，它的雌蕊成熟的时候，我再给它进行人工异花传粉。所以，这个操作也是最核心的一步。最后呢，我们还得套上袋儿。同学们永远记住啊，套袋儿是必要的，不管是去雄之后还是人工传粉之后都要进行套袋儿。所以记住，我们如果要防自交，防止它自交，阻止它的自交，我就写阻吧。阻止自交。来，同学们看看什么操作？我不想让它自交，我只想让它按着我的那个谁和谁进行交配。我要阻止它的自交的话，操作是什么？同学们，这就是根本上很对应的这个逻辑啊。做题的时候点全都是这个精准的点，能想清楚就行了。哦，我要阻止它自交，那肯定就是去雄啊，我就不让它自交了，是不是？去雄它就没有办法自交了。好，这是一个。然后呢，如果我阻止，随便谁来交配，随便阻止，随便外来的谁交配，杂交，我就不想让外来的花粉跟它进行交配，那你就什么操作？套袋操作，是不是？这是咱们标准的根本思路。我阻止随便谁来都不行啊！你要是不套袋，谁来都有可能这个交配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如果只想让特定的交呢，这不就是人为的目的吗？特定的来交呢？那我周老师给大家简写的，只不过是让那个思路特别的精准，让你想的哈，只想让特定的来交，那你需要干嘛呢？你需要既阻止它自交，又要干嘛呢？又要阻止外来的跟它交，还要干嘛呢？还要人工把那个你想让它跟它交的那个给它弄过来。同学们看看思路对上了吧？全都是不是？阻自交是哪个操作？阻外来的我不想要的那些过来乱交咱们怎么做？那如果我想让特定的跟他交，咱们得有哪些方面的这个操作，对不对？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好嘞，同学们，这样的话，我们的二个点和第三个点全都给大家归纳完了。那我们做这个小题儿，同学们来看看，你就找一个最错误的选项，是不是能明显看出来？我给大家发布啊，明显看一看最错误的选项是什么。哎呀，坏了，这道题我好像没给大家设置学分，它自动零学分，讨厌这题。没事儿，学分我最后都会给大家的啊。然后咱们拿这个最高等级的牌牌。
豌豆是两性花，玉米是单性花，但是也是雌雄同体。看这道题错误的明显的多么的明显，那选项看。好，我倒计时了，五、四、三、二、一，结束，来喽！咱们马上啊，待会儿我就看大家的牌牌变成什么颜色。好嘞，同学们，这道题结束了。这道题呢，我们应该选的是二 B 选项。很明显，他说我们在做杂交的时候，让谁和谁进行杂交的时候，应该在花粉成熟之后除去母本的雄蕊。如果它已经成熟了，已经完成自我授粉了，你再除去雄蕊还有什么用呢？所以人家早自我授粉完毕了，所以咱们那个叫什么花骨朵时期，还记不记得啊？我们叫花蕾期呀！啊，咱们刚才明确的周老师在讲那个考点的时候，给你把这个点全都圈出来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在题里面经常考的，所以这个选项错的极其极其的明显。好，然后呢，自交的时候，雌蕊雄蕊都不需要去了，人家就自我交配了，你就不用管人家了啊，你用不管它了啊。那杂交的时候，待雌蕊成熟之后再人工异花传粉，这个是对的。然后后面这个有同学说，老师侧交是什么？侧交那个孟德尔实验，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在初中都学过是吧？啊，这个呢，它属于杂交的一种，待会儿咱们马上就说这个孟德尔的实验哈，它属于杂交的一种。那么人工授粉后呢，应该进行套袋处理，否则又有乱七八糟的谁过来进行交配了。所以这道题呢，很明显就是二 B 选项错误。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的预习课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词，就是有同学觉得需要跟副本去雄，给副本去雄那就糟了高了，副本就做不成副本了。你连副本雄蕊都去掉了，还在做什么副本啊？所以永远记住是母本去雄。好嘞，那下面呢，咱们就要正儿八经的进入孟德尔的这个实验过程了，研究一对相对性状，高茎和矮茎这一对相对性状如何往下遗传啊？最后研没研究出一个真正的遗传规律、遗传定律来？所以呢，咱们这个研究方法，同学们呢也要特别的清楚。我们平常看到一个事实结果，看到一个事实现象，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100个、1000个、10000个，发现这些现象呢都有同一的规律。那么我们就给它归纳出一个定理来，那叫归纳法。但是我们这儿用到的全都是什么呢？全都是演绎法。演绎法跟归纳法是反过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又是一个考点。每个人思路特别清晰，我太知道很多的同学在这个思路上有一些步骤，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们真的是这样，周老师都给大家讲清楚了啊。那演绎法到底怎么演绎的呢？我不用观察一万个事实啊，那个几万个事实，我给他归纳出一个定理来。我怎么着？我看到一个事实现象，我就想用一个假设的定理啊，它假设就不能叫定理了，假设的理论来解释它。那你这个理论虽然能把这个现象解释了，那么你能不能解释其他更多的现象呢？你就再设计另外的事实实验来怎么着，来验证一下子就行了。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假说演绎。看周老师给大家明确假说演绎的这四步，第一步就是观察现象，第二步就是这个现象为什么这样呢？提出问题，然后第三步就是用你的一个假说理论，一个假说理论。别人现在还没办法信任你，但是你就想用你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中发生的这个问题，然后解释完了之后，你再用其他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如果其他的实验也能证明你的理论是对的，说明这个理论就是对的，它不是归纳法，它是假说演绎法啊，是这样一个逻辑。尤其是最后一步实验验证的时候，有的同学思路呢就想不明白，老师他到底是怎么来验证我刚才的那个假说理论，对不对？所以呢，咱们来看看周老师举的这小破例子，你们有印象吗？这个例子虽然破，但是呢，让你把里面的逻辑真的懂了，下一次再考假说演绎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一步
是假说，哪一步是演绎的过程，等等等等，对吧？好，那你看看他在人群中多看了我一眼，这就是发生了一个现象吗？那你肯定就要想想这个现象为什么发生了，对吧？啊，那提出问题，哎，这个现象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他那么多人怎么就只多看了我一眼呢？对不对？这就是提出问题。所以呢，根据这个事实现象提出来的问题，你就要用假说理论去进行解释啊。那我的理论是，他想和我在一起，所以才发生了这个事实。才发生这，所以你这个理论对不对呢？你这个理论对不对？你再设计别的实验去验证，咱们看看设计别的实验去验证的时候，那个思路，你得设计一个合理的实验。那按着我这个，我设计实验，我就是去向他表白，对不对？那你肯定，如果你的这个理论对的话，那你表白就能成功呗，是不是啊，同学们啊？所以你看看啊，我呢就用我刚才的那个理论，我演绎推理一番我设计的这个实验的结果啊，因为我的理论是这样的，所以我去做这个实验，它应该能成功，是不是啊？这就是演绎推理。演绎推理就是我这个实验还没有出结果呢，先用我自己的理论预测一下结果。然后预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他会答应啊，然后我去看实际的结果，实际的结果你们看到了没啊？所以滚实际的结果，所以我最终的结论就是什么？你的假说不对，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理论根本不是个定理，你的理论是错的。但是人家孟德尔的理论怎么着？人家孟德尔的理论是对的。所以就成为定理了。周老师用这么破的例子，但是把每个逻辑是不是让你搞懂了？好，那下面咱们就看看孟德尔每一步都是假说演绎里面的哪一步，他都是怎么做的。来了，同学们啊，咱们看这里面还有别的考点啊。这个呢，因为在初中呢，同学们都接触过。周老师呢，快速来说，就对着假说演绎的过程，你要懂哪一步属于假说演绎过程当中的哪一步。那孟德尔一对儿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等到第三节课的时候呢，我们再讲两对儿的多对儿的啊。那这个实验过程，第一个你得先看看实验现象吧，你不得看到现象提出问题吗？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看到现象提出问题以后，你不得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吗？只不过你这个理论现在叫假说，叫猜想，不是最终的定理。等到用实验验证之后，才能认为你这个理论是真正的定理，世人呢才能来接受。所以你看，第二步不就是对他自己那个假说的这个，这对他自己的那个提出的那个现象、那个问题的一个解释嘛？这个解释其实就是假说理论，就是假说的那些理论，不见得是真的啊，有可能是真的。最后你要通过什么呢？你要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验证完了之后，你看看你用自己的那个理论演绎推理预测的这个新的实验的结果，跟真正的这个新的实验的结果一致不一致？如果一致，最后就证明你刚才的这个假说理论全是对的。孟德尔的假说理论说了四句话，每一句话都是他猜的啊，但是他猜的都是对的。好嘞，同学们，那我们来看看孟德尔整个的这个过程，好不好啊？我们考题里面如果问你啊，孟德尔假说演绎一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的时候，哪一步是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提出了什么问题？你填空自己全都能答出来，这都是得分的点。来，同学们看，那孟德尔这个实验现象是什么呢？我就用纯种的睾茎和纯种的矮茎进行杂交，叉是杂交符号，然后呢箭头代表繁殖后代，然后呢这个 P 代表亲代，F1 代表子一代，F2 代表子二代。他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纯种睾茎、纯种矮茎，因为自然条件都是纯种嘛，然后杂交完了之后呢，得到的 F1 代竟然全是睾茎，所以他就奇怪，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 F1 都是睾茎的呢？那个矮茎的亲本的这个性状隐藏起来了，到哪里去了呢？对不对？这就是第一个疑问。你待会儿要用你自己的假设理论来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这样。然后呢，他又紧接着做了一步圈叉，是自交。
啊，那让 F1 自交，那你不用管它，它就自交了，是不是？不用管它，因为豌豆本身就是自交的嘛。所以你让高茎豌豆自个儿在那儿自我生长，生长生长，它就自花授粉，然后就结出种子来。然后呢，我们把那个种子种下去，就是 F2 代子二代了。子二代发现呢，又有高矮出现了，且这个比例呢是高的787，矮的277。孟德尔数学思维特别的棒嘛，他进行了数学统计，接近于3:1，3:1是不是偶然数据呢？他又做了好多对儿其他的，比如说做了红花、白花啊，比如说做了种子的圆粒儿和皱粒儿啊，种子有圆的有皱的，是吧？比如做了这个种子，它到底是黄粒儿的那个豆子，还是绿粒儿的豆子，对不对？这都是相对性状，他都做了。做完了之后，发现几乎都是这样的现象，所以不是偶然现象，是规律，这就是遗传规律。所以他又提出来第二个问题：凭什么子二代出现了性状分离，且分离比是3:1，所以这儿又出现了一些概念。这些概念你现在先不用啊，扎扎实实的把它考点归纳下来。待会儿我会把它当成考点九啊，去给大家把每一个概念、每一个名词都给大家落实一下，好不好？那这儿这个名词是什么呢？是性状分离、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我们把一对儿相对性状的纯合亲本杂交，这个家伙是杂种啊，杂种子一代体现出来的那个亲本的性状，咱们叫显性性状。你看它只体现这个啊，只体现高茎，所以高茎是显性性状。然后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个亲本的性状，它的亲本里面有矮茎啊，但是它不表现呢，所以呢，咱们把这个叫隐性性状。而我们把这个杂种这个家伙，它自交完了以后，后代又出现了高矮都有的情况，咱们给它叫性状分离，好吧？这是三个名词：显性性状、隐性性状、性状分离。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步、第二步，OK 了吧，同学们？你们能不能把这个答出来？问我们假说演绎一对相对性状杂交实验的时候，是孟德尔啊，问你提出了什么问题？你能答出来吧？就这两个问题。所以他用自己的假说理论去解答这两个问题，如果能解答啊，你这个理论还不错。然后呢，再进一步的用实验来验证你这个理论，对不对？好，我们接着看第三步，做出假设，你这个理论对不对呢？孟德尔说了四方面的假设，每一句都是他猜想出来，都是划时代的，也就是说那个年代的人去读每一句都读不懂。因为都是孟德尔靠他强大的思维自己推理出来、分析出来的。那么这四句话是什么呢？他认为生物的性状都是由遗传因子决定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因，都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个年代的人能看到基因吗？看不到。咱们现在的人是通过实验工具手段是能看到基因的，而且我们知道了基因就是一段一段实实在在的 DNA 呀、啊。它是物质，咱们都知道了是什么物质属性。那个年代根本就不知道啊，不可能知道细胞里面有基因。但是孟德尔猜对了，他说生物的性状都是由遗传因子决定的，且这些遗传因子，也就是基因是独立的啊，它不会融合。这儿呢，是因为最早年代的时候，人们认为性状的遗传是这样的规律，有这个词，这个词叫什么呢？但是不对啊，但是那个年代的人是那么认为的，叫什么呢？叫融合遗传，这个名词同学们要有印象，叫融合遗传。融合遗传的意思就是，比如双眼皮的爸爸和单眼皮的妈妈生了一个孩子，按这个理论来说，他就应该是1.5眼皮，就这意思。如果再说离谱点儿啊，离了大谱了，就是什么男的跟女的。你们觉得生一个什么不男不女的孩子，这也太过分了吧？哪能这么去想遗传呢？所以坚决不是融合遗传，懂了？所以那个年代，他以为红花白花那个后代就应该是又不那么红又不那么白，粉了吧唧的融在一起的，不对。那个年代他认为是融合遗传啊。我刚才举那两个例子，什么也挺过分的，是吧？男女生孩子，然后双眼皮、单眼皮生孩子啊。好嘞，同学们来看看。这是他的第一个假设，而且每个因子决定一种特定的性状，比如这里面咱们的这个大地因子决定着显性高茎，小地决定隐性，就是矮茎。OK，然后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说的是什么呢？是体细胞中基因啊，他那时候不叫基因，咱后来都叫基因了，是吧？是成对儿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纯高豌豆就得写作大地大地，
这不是它的基因组成吗？它的遗传因子组成吗？这叫什么？这叫基因型。所以基因型决定高净，它叫什么呢？它叫表现型，简称表型。那小弟基因型，那表型就是矮净，好不好？就是矮净。然后同学们看，周老师给大家打上重点符号了吗？这就是最重点的第三句。你不是说这叫分离定律吗？你看这关键词是不是出现了？它猜生物体在形成生殖细胞配子的时候，比如说雌性产生卵细胞，也就是雌配子；雄性产生精子，也就是雄配子。这就是有性生殖过程减数分裂过程去形成配子的。所以这是减数分裂过程。成对儿的遗传因子彼此分离，看看。在减数分裂产生配子的时候就要分离了。你刚才不是都是成对儿的吗？分开啊，大地分开，然后小弟分开，进入不同的配子中，所以到配子里面只含每对儿基因当中的一个。哎呦，那就意味着这个个体它不是大地基因型吗？所以它产生的配子，如果它是母本的话，它就产生卵细胞，是不是，同学们？那么它产生的配子就应该是什么？只含有一个大地啊。那它产生的配子呢，就只含有一个小弟啊。这全都是孟德尔神猜出来的。好，最后一句有性生殖的最后一个过程，经过减数分裂产生配子之后，精卵是不是要结合呀？雌配子、雄配子是不是要结合呀？所以呢，就是受精作用了。最后一句呢，就是受精的时候，各种类型的雌雄配子它结合是随机的。你不要认为说，我假设，它又产生大地卵，又产生小地卵，然后呢，副本又产生大地精，又产生小地精。那精卵结合的时候，是不是只有大地卵喜欢大地精？没有那一说，就是你卵细胞大地小地和精子大地小地，它们随机的结合。可以大地相遇，也可以小地相遇，都是可以的。这就是随机的结合。所以同学们来看看孟德尔的这个假说理论能不能来解答这两个问题。同学们能不能把这个现象解读出来？如果能的话，这个理论对不对呢？你再设计新的实验去进行验证，不就是这整个的这个特别清晰的逻辑思路吗？好不好，同学们？那我们呢，为了这个简化，咱们呢就用遗传图解把这四句话给它解读出来就行了。你们看看，这就是遗传图解，就是刚才那四句话。你不是说由遗传因子来决定性状，而且体细胞当中成对的吗？所以高净的那个亲本，它不就是大地基因型吗？矮净的那个不就是小弟吗？它俩进行杂交，然后箭头代表它减数分裂产生配子的过程，它不就产生含一个大地的，它就产生含一个小弟的。然后呢，精卵结合受精的时候，雌雄配子随机结合，对吧？产生的后代就是大地小弟，而且大地在小弟它表现不出来性状，因为它是显性基因，它是隐性基因。所以呢，我是不是把问题解答出来了？这跟刚才的那四句话语言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只不过我换成图解了。同学们来看看，咱们刚才第一个问题解答了吧？解答了，为什么 F1 都高呢？问题一解读出来了，然后你再来解答问题二呗。问题二就是为什么到 F2 它又出现了性状分离，高矮都出来了，而且分离比是在米一呢？我还是按用我的那四句话的理论来进行解释啊。对啊，我的 F1 不是这个德行的吗？你不是说减数分裂产生配子的时候，这个成对儿的变成成单吗？分离吗？你看，这不正好？假设这边是母本，那么它产生卵细胞；假设这边是副本，它产生精子。你看看，我这边就产生两种精子，1:1啊，各占二分之一；我这边就产生两种卵细胞，1:1，各占二分之一。所以剩下的任务就是受精了。你卵细胞产生卵细胞的，精子产生精子的，然后呢，我俩相遇就完事儿了。就好像是我这边手上有什么一个硬币，正反面朝上的概率这一抛各占二分之一，然后我这手上也有一枚硬币，往上一抛，正反面冲上的概率各占二分之一。现在我让这两件事儿同时出现，那可不就是用乘法了？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数学思维了。因此，同学们看看啊，有可能大地遇上大地，那概率应该是什么啊？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不就是四分之一吗？对吧？小弟遇上小弟也是四分之一的概率。但是大地遇上小弟呢，它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地卵遇上小弟精，还有一种呢是小弟卵遇上大地精。所以这两种情况的结局
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大题小题。咱们习惯性把大题写在前面，小题写在后面。所以呢，这两个四分之一加在一块儿不就是二吗？最后我们是不是把问题二也用孟德尔的假说理论给它解读清楚了？清楚了，OK 了，同学们。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下一步就要设计一个别的实验来验证一下我的理论对，就 OK 了呗。是的。再用别的理论来验证一下你的理论对就 OK 了。所以咱们的考点五马上就结束了，同学们。孟德尔设计了一个非常伟大的验证实验，叫什么呢？叫测角实验。测角实验呢，他把那个 F1 带拿过来，F1 不是个杂种吗？拿过来之后呢，跟隐性纯合子进行交配。隐性纯合子进行交配，那隐性纯合子不是小弟小弟吗？所以它产生的配子呢，只留下一个小弟，而它呢是大弟小弟各占一半，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么我用我自己的假说理论去演绎推理一番，看看该出一个什么结果呢？这就是我演绎推理的过程啊，这就是我演绎推理的过程。我的理论就是说，分离，然后到配子成单儿。到配子成单，然后呢，受精的时候雌雄配子再随机结合，所以用我的理论演绎推理出、预测出结果是后代侧交后代高矮之比1:1，你猜猜实际的结果呢？实际的结果他测了测，真的是1:1啊，实际的结果真的是1:1，从而证明了孟德尔的刚才的那四句假设全是对的啊，因此我们的定律。就出现了，待会儿我给大家展示后人所确认的，这叫孟德尔第一定律，也叫基因分离定律。那个内容怎么描述出来？待会儿我给大家确认。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咱们整个的孟德尔假说演绎一对相对实性状的这个杂交实验，从而得出来基因分离定律的这个过程，就整个的结束了，同学们。整个的结束了，所以演绎推理的过程是哪一步？演绎推理的过程就是我用我的假说理论来预测一下，侧交后代的结果是1:1，这就是演绎推理啊，这就是演绎推理的过程。就好像我刚才举的那个小破例子，那个小破例子里面演绎推理的过程是什么？就是用我的理论来什么呀？来预测一下。我设计的这个实验的结果应该是什么，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好嘞，那这样的话呢，周老师再给大家加一个考点，就是这个考点。在我们的历届的高考题里面，总有高考题会涉及到让你手写遗传图解，发现了没有？所以我在这儿给大家加了这个考点六，还记不记得前面几个考点？第一个考点，豌豆的优点；第二个考点，人工杂交操作怎么操作？第三个考点就是自然条件下人家各个物种都是怎么交配的，什么方式？做题的时候需要你自己背下来的玉米的你要知道，豌豆的你要知道，其他你不知道没关系，人家题目里面会告诉你。这是第三个，是不是？然后第四个考点是什么？假说演绎法的思路你是不是很清晰？第五个是什么？就是孟德尔的一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过程，每一步你都能套上它属于假说演绎的哪一步。第五个是不是？第六个就是在这儿，周老师又给大家加一个，咱们做题，万一那个题里面真的就让你考，同学们啊，你用标准的分支法遗传图解写一下谁和谁进行杂交得子代的这个遗传图解，你一分都不能丢啊！周老师告诉大家，这四分这四方面写满了，写对了。得满分，这四方面是哪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所有的基因型都得写对，基因型都得写对，这是不是第一个方面了？四方面啊，基因型，你看看亲代的基因型是不是得写对，子代的基因型是不是得写对，对吧？这些是不是都得写对？当然的，这个配子里面呢也有基因组成，你也得把它写对，但是咱们不叫基因型了，因为基因型是描述个体的啊，你可以说配子的基因组成，好吧？还有呢，就是表现型、表型。所有的表情都得写对，如果你写的时候忘了写高净矮净了，你这就丢分了，丢了一分。所以把亲代是什么性状啊，是什么性状，这些表情
都得写出来，不能有漏掉的。好，这是第二分。然后第三分是什么呢？第三分就是我们把该写的名称都写上，这分也必须写。你看，这就相当于表头啊，你亲代得写上，配子得写上啊，他是子一代。你如果不写，一会儿你就搞不清楚这是子一代、子二代或者什么的。周老师呢，最痛心疾首的是，我们有很多老师在教给同学们的时候，写这个遗传谱写都写的乱七八糟，一点都不标准。如果老师自己都写的不标准，那你们就更崴了泥了，是不是？更不行了啊！那么最后一分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把各种符号。各种符号、箭头什么的，一定要写对。有多少同学、多少老师，我看过太多的老师了，全都不画箭头，直接画一个直不楞的竖线，那个真的是千千万万亿亿的不应该啊！符号、箭头，还有什么笔直这些东西，全都给他写对了。这是我们的第四分。你啥叫符号漏了？那你就肯定不得分了，是不是？你这箭头写成竖线了，你得什么分啊？你们自己肯定也见过，很多同学打草稿，那句去一通线，甚至有同学就在那儿大地大地小地小地，然后什么大地小地写了满篇子，一会儿自己打草稿把自己打懵了。老师，我不知道哪个是亲代，哪个是第一代，哪个是第二代，什么乱七八糟，那怨谁呀？是不是？自己一定要特别的精准。好嘞。知道怎么得满分了吧？写遗传图解就是什么这四个方面，然后呢，我们来拿满分，好吧？每一个方面都要给它写对了。我们的这个比值3:1的星状分离比要写上，各种箭头、各种杂交符号全都给它写上。OK，四分得满了。然后呢，还有一种这个遗传图解的写法，就是除了分支法遗传图解，咱们呢还有一种遗传图解的写法，就是棋盘格法，我们把刚才的那个精卵都写在一行上，现在呢，我们把它写在横纵坐标，写成二维的，比较更方便一些了。我们来看看，这是 F1，它不是自降吗？又做母本又做副本吗？它产生的卵细胞，然后纵坐标呢，我们写的是 F1 产生的精子。那既然 F1 不是大地小地吗？它产生的卵细胞是各占二分之一大地小地，那精子呢也是各占二分之一，所以精卵相遇，你看看是不是有四种精卵相遇的情况啊？那这就是受精纵的过程。然后呢，这四个格、四个坐标很清晰，就是得到四种情况的 F2 代。但这四种情况，那你最后给它分析一下，就其实是三种基因型啊，1:2:1，其实是2种表型3:1，这儿写的贼标准。你们写棋盘格遗传图解的时候，就按着这个程度去写就 OK 了。好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整个的第六个考点又给大家说完了，我们呢看一道小题儿，咱们就可以休息了啊，同学们来吧，同学们，这道小题儿来做一做吧，加油加油，做一下这道题。哼哼，加油加油！今天考点多，下次课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算法、用解题方法去归纳各种各样的题型。下一节课全都是题，本节课呢是考点，两节课把遗传规律的第一定律、分离定律搞定。我看看有牌了吗？你们有牌了木有？一下有牌了，真棒！我们的正确率真好。我上一个班是那个 A 加班。你们的正确率目前没有比 A 加班低哦，超过他们，加油！好，我准备倒计时了。
三、十、九、八、七、六、五、四、三、结束。来，这道题错误的，咱们选择二 B 选项，这不就是正好用假说演绎，把孟德尔的这个过程给他什么呀？清洗一下嘛。A 提出问题环节是在豌豆纯和亲本杂交，哎，对呀，提出什么问题？杂交子一代为什么都是高茎啊？和 F1 自交，F1 自交得子二代，子二代为什么又出现性状分离且分离比是3:1？不就是这两个问题吗？所以 A 选项呢是正确的。做出假说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我刚才是不是给大家核心那一句还打上了重点符号？核心是这一句啊，是碱入分裂产生配子的时候，基因彼此分离，进入不同的配子，到配子里面成单啊，这是我们的核心的那一步。这个还没有学到呢，因为那个年代的人根本都不知道细胞里面有基因，基因在染色体上，它没有到那么微观的程度呢啊，不是在我们这个实验里面做出来的假说，不是啊，那是后续的萨顿假说。好，然后演绎推理就是用你自己的理论去什么呀？对那个新的实验，再什么样预测一下结果呀？所以演绎推理就是预测一下测交的实验结果，应该是1:1后代高矮，是不是？这个也是正确的。验证假说呢，就是用测交实验来进行验证的。测交实验是什么？就是让杂种子一代跟隐性成和子杂交，就叫测交，是不是？这个题呢，我们选的是二 B 选项。那我们把最后的这一个点都给大家说完了吧？咱们再休息吧。就是你不是已经认为这个假说是定理？啦，是对了吗？所以这个定理叫什么呢？这个定理叫基因分离定律啊，孟德尔第一定律啊。那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在生物的体细胞中控制着同一性状的遗传因子，也就是基因成对存在，不相融合。所以重点的词，周老师都给大家标出来了，在形成配子时，成对的遗传因子发生分离，所以这就是核心名词。在形成配子的时候，形成配子什么过程？碱数分裂过程啊，碱数分裂产生雌配子，产生雄配子，分离后的遗传因子分别进入不同的配子中，随配子传递给后代。那同学们来看看，我刚才从 F1 繁殖生出 F2 代来的过程，第一过程是什么？是碱数分裂的过程。第二过程是什么？是受精作用的过程，是不是啊，同学们啊？因为咱们人也是有性生殖，咱们也是先碱数分裂产生卵细胞和精子，然后呢，精卵在受精作用过程最后产生一个你，也就是产生受精卵发育成你嘛，对吧？所以，同学们，我们说基因分离到底发生在一还是二呢？这就是周老师给大家千强调万强调，每次考题你别出错的，发生在什么呢？碱数分裂过程。发生在什么呢？一过程。谁也不能给我说发生在二过程啊，说发生在二过程，它就是错的啊。所以，如果你用现在用显微镜。用实验来什么呢？来观测一下它的配子。如果用某些手段，你能观测出大地配子和小地配子它现象上不一致，比如说颜色上不一致啊什么的啊，那么你看一看它是1:1，你就能直接说明，哇，它真的进行了分离，里面留下一个大地配子，留下一个大地的这种配子，还有呢一个小地的这种配子，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分离的实质过程啊！你千万别跟我说在二过程发生了基因分离，那是不行的，好不好，同学们？这就是咱们基因分离定律的内容。但是这个内容倒不是说让你死记硬背，它考法是这么考，好吧？考你基因分离实质上发生在什么过程？考你什么呢？同学们来看看这个啊，这一页是我们第一节课的最后一页，考什么呢？考你，我用花粉粒儿鉴定法能不能直接证明基因分离了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看看这个花粉粒儿啊，比如这个豌豆，它是大地小地啊，我直接给大家讲咱们题目里面特容易考的那个例子，比如说那个什么呢，水稻。水稻不就是咱们吃的大米饭吗？对吧？不就是水稻的种子弄出来的米吗？好，那这个水稻呢，它有非糯性的，有糯性的种子，
就是吃起来是不是糯米啊，黏不黏，对不对？那非糯性是什么呢？是大 A，糯性是小 A，这就是一对基因呐，同学们，这是一对基因。那么它的花粉粒儿，同学们，什么叫花粉粒儿？花粉粒儿里面就是精子，它就是胚子，相当于啊。那么这个花粉粒儿如果含有大 A 基因的花粉粒儿的话，我给它用碘液去进行染色，它染出来的颜色是一种颜色。如果这个花粉粒儿是小 A 基因的话，这种花粉粒儿也就是精子，我用碘液去进行染色，它染出来的是另外一个颜色啊，有可能是蓝色，有可能是红色，就不一样的这两个颜色。所以你用显微镜去观察这个花粉粒儿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一种水稻它的花粉粒儿是什么呢？是两种颜色1:1。我问大家有没有直接证明基因分离定律？再翻几回来，赵老师有没有？我拿来一株水稻，把它的花粉粒儿取出来，然后你去观察这一堆花粉粒儿，发现呢这一堆花粉粒儿里面，这种颜色和另一种颜色的花粉粒儿，它呢是两种，且数量比1:1。我们能不能直接证明基因分离？当然能啊，就是相当于直接把这句话证明出来了，好吗，同学们？哎，这就是咱们常考的考法，就是考你花粉粒儿直接证明基因分离了，因为这就是基因分离的实质，进到花粉粒儿，进到精子里面，一开始是成对儿的，在减数分裂成形成配子的时候，然后呢分开到配子里面成单儿，对，这就是直接证明的。但是呢，周老师给大家补了一下，咱们在考题里面还经常考，用什么考呢？就是如果你刚才不是说它是大 A 小 A，我通过鉴定花粉粒儿鉴定出来的嘛？因为它是花粉粒儿两种1:1，所以我就推测这个水稻应该是个杂种水稻，大 A 小 A 嘛。那你还能不能用其他的手段来证明基因分离呢？能，比如我用这个杂种，我进行侧交，侧交后代如果1:1，我也能间接证明基因分离定律。为什么呀？因为如果它是大 A 小 A，侧交的话，不是用它跟小 A 小 A 进行那个杂交吗？那这个家伙它只产生小 A 的配子，这个家伙它发生分离啊，这不就是分离的那个实质过程吗？然后它的后代得是什么？有一半显的，有一半隐的，我直接看后代，我就能看出来了，侧交子代。所以，如果你的侧交子代是1:1的显隐的话，那我就能推理你这边被测个体的精子。啊，被测个体的配子是1:1，也就证明了你被测个体是分离产生了两种精子、两种配子，懂了吗，同学们？但是呢，这叫什么？这叫间接证明，这绝对不是直接证明的。直接证明你直接看花粉粒儿可以，这叫直接证明。但是我现在看的是子代呀，子代来反映配子的比例，从而反映出基因分离啊。听懂这个，老师，我知道，如果要直接证明的话，我就直接看配子就完事儿了，花粉粒儿就是精子啊。那如果我要间接证明呢，我可以看子代，但是我看子代的时候，其实是能反推出配子的比例来。这个逻辑真正懂了，同学再翻去回个一，回周老师个一，这是咱们考题里边真正的考法，就这么考，考你用什么方法证明啊？你确定是基因分离了呢？你就可以用直接的方法去证明，你也可以用什么间接的方法去证明，也可以用间接的方法去证明啊。懂了，咱们就回一啊，不懂就回二。好，然后呢，如果你是用这个自教的方法，那用自教的方法也 OK 啊。你看自教，它又做母本，它又做副本，这是不是才叫自教呀？基因型一样的，那你看它是不是基因分离？这是发生分离过程的实质啊。这是发生分离过程的实质，你看，你怎么证明它发生了分离？你怎么证明这边也发生了分离？哎，大 A 小 A，我怎么证明啊？我用看后代的数据来证明。后代什么数据？后代是性状分离比是多少？同学们，性状分离比这个是大 A 小 A，大 A 小 A 是多少？是3:1。我问大家，如若这里不是1:1，这里不是1:1，你最后会出现3:1吗？如若这里不是1:1，你最后会出现1:1吗？不会的呀。所以咱们倒推回去，如果自交子代3:1，我确信
这里是发生了分离，而且一比一，而且一比一。如果侧交后代发生的这个比例是一比一，我能推理它发生了分离，且一比一。这叫什么？这叫间接。OK 吧，同学们？咱们呢休息一下，来回味一下自己呢，思考一下这个逻辑。这个逻辑呢，必须得。这个想得通，什么叫间接证明基因分离？什么叫直接？我就知道基因分离了。你看这儿就是直接啊，你看后代就是间接，是吧？因为多了一步受精作用。而我们所谓的这个分离，它是发生在减数分裂这个过程的。那你直接看减数分裂的配子，那可不就是直接啊？你直接看子代，你还隔了一步受精作用呢。只不过你反推回去，推配子这一块发生了分离而已，这叫间接，懂了吗？我们的加。齐同学，懂了吗？懂了，可以再翻译题给周老师回复一下啊。好了，那这样的话，咱们休息一下。周老师标准的课间7分钟又来喽，来吧。所以，懂什么叫直接，什么叫间接啊？考题的时候呢，咱们不出错。好嘞，休息一下，你们可以点歌啊，想听什么歌，咱们就这回真懂了，是吧，静琪？好嘞。全都是为后面我们解题服务的啊。全都是为后面咱们解题服务的，来吧，同学们休息一下下。想听什么歌？是你是个歌是吗？一菲，是你是歌吗？是不是？是我就找一找看能不能听。你们是不是好多学校里面还都没有开始学这个我们的必修二的？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呢，是吗？休息一下吧。
Leave your keys if you're not coming home. You packed your bags for letting go. You were moving in, now you're moving on. There's no getting used to you being gone. You were down, now you're giving up.Another year, just another light. Wish your cars and we could say goodbye. Let you know I'll wait for you every night. If you ever wanna fall in love, if you ever wanna bet on us, if you ever wanna be my one.If you ever want to change your mind, I'll be waiting. I'll be waiting. Never thought that you'd be giving up. You spent all the time and you're tired and you found the wrong. Maybe if you don't cross the line.End up right back where I'm standing. And then you'll know I'll wait for you every night. If you ever wanna fall in love, if you ever wanna bet on us, if you ever wanna be my one, I'll be waiting. If you ever want one more night.If you ever wanna make things right, if you ever wanna change your mind, I'll be waiting. If you ever wanna fall in love, if you ever wanna bet on us, if you ever wanna be my one, I'll be waiting.Hello， 同学们，咱们时间点到了，你们回来了吗？课间这道题做出来了吗？嗯。赶紧的把这道题做完了之后，周老师再给大家发红包啊！赶紧的，这道题做完了之后再给大家发红包。我再给大家一个倒计时，给你们50秒钟的时间。我其实都给大家分析出来了，是吧？嗯，在这里都给大家分析出来了，怎么着才是最直接来证明分离定律的呢？这几个选项里面，你就得直接证明那个产生的配子那个过程，减数分裂的过程是基因分离的过程。直接看配子就是最直接的，你要是看子代就是间接的，对不对？看子代肯定就是间接的，刚才就是在讲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超经典的一道题啊！时间到了我就收题啊！时间到了我就收题哦。好嘞，同学们，这题 OK 了吧？我们时间到了，我收了啊。我收了收了，为啥没收到题啊？退出重进一下啊，退出重进一下。
好嘞，这道题呢，咱们选的应该是 C 选项啊，我们选的应该是 C 选项。A 选项什么也看不出来，因为它是纯合的，你看不到大地、小地进行的分离，好不好？怎么能这样？小小年纪就开始健忘了，可还行？不行啊，可心加油。那 A 选项呢？你是用纯和大 W 和小 W 进行杂交，它只能是产生一种那个配子，一种配子。这个过程本来是能看到这个能什么呢？直接去观察这个基因分离的，但是它都是同样的这个基因，咱们看不到大 W 和小 W 分离。所以我们基因分离说的是这个大 W 和小 W，大 A 基因和小 A 基因的分离，等位基因的分离，好不好？所以 A 选项呢，什么都推理不出来。好，然后呢，B 选项和 4D 选项，周老师又给大家写了一遍。B 选项看的是什么？看的是 F2 3:1的分离比，这是直接看 F2，看它的种子粘不粘呢？种子是不是糯性、非糯性啊？这是什么？这是看子代。你分离是在哪儿分离的？分离是在减数分裂过程分离的，所以你还隔了一个受精过程呢。你只不过是用这个3:1去分析哦，你这儿必须得1:1，你这儿必须得1:1，我最后才能出来3:1。如果你这儿不1:1，这儿不1:1，最后怎么可能出来3:1呢？所以反推它是1:1，它是1:1，也就是反推它发生了分离，这叫什么？这叫间接。同理，这边也要间接，所以最直接的肯定是 C 呀，是不是？最直接的，这全都是今天最基本的打底考点，我们必须。得懂啊，然后我们下节课全都是题型，然后呢解题算法、解题方法，好吧？这一道题呢，我们选择 C，它产生的花粉就是产生精子F1 产生的花粉，你看这个家伙不就是大 W 小 W 就是 F1 杂种啊？那么它产生的花粉不是一半这样的，一半这样的两样的，1:1吗？这就是什么？直接观察到了基因分离。好不好？这就是直接的。OK，好嘞。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分离定律这儿呢，周老师考点给大家呢就说的差不多了。最后呢，做一个收尾。咱们在做题的时候呢，有的同学会发现，哎，老师，你看题里面上来就跟我说 F2，F2 他做了个什么杂交实验出来 F2 了。告诉大家，如果题目里面啥也不说，哐叽就扔给你一个亲本然后 F2。然后 F1 这是什么？这是经典实验，就是课本上的实验，所以它不需要重新重复了。你必须把课本上的实验的过程和数据全都记得准准的。然后你做题的时候，老师这 F2 是谁呀？那这 F2 就是说的课本里面的那个经典实验，孟德尔的那个经典实验啊。在题目里面啥也没说，就直接给你说亲代怎么样，子一代怎么样，子二代怎么样，这些名词，这就是正儿八经的考题目，课本里面的实验呢。好不好啊？知道题目考察的时候分两大类，一类就是正儿八经直接考你题目里面的课本里面的这个实验啊，课本里的实验。这个呢是等到我们学两对多对的时候那个实验。有同学想做题，说老师你给我说说这个题的那个答案吧。这个正确的肯定是 4D 正确。然后呢，这个正确的呢，应该就是 2B 正确，你不用管它了。这个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做题的，知道什么样类型的这个题啊。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这个就是人家题目里面告诉你谁和谁交配，你就按着题目里面告诉你的具体杂交组合进行计算就行了，肯定不是课本里面那个杂交过程了，不是了啊。人家就说我用一株黄色的南瓜和一株白色的南瓜杂交，然后呢得到 F1，这个 F1 可不是咱们课本里面那个 F1 了，好不好，同学们？就按着题目里面正儿八经的计算过程，这是咱们寒假学过的一道计算题啊。错误的应该是 4D 选项。OK，不管它了，然后咱们接着往下来，我们。整个的过程全都给大家说完了，说了多少个考点了，同学们？说了我们的7个考点了，下一个考点出来了，同学们来了啊，跟上周老师的节奏，考点很多，全都要到你自己消化成你自己的啊。第8个考点，我们所有的名词，看看怎么考，所有的名词怎么考呢？你是不是真的把相对性状、显性性状、隐性性状、性状分离这些词全都把它理解啊？特别理解了呢？来，那个佳琪加油啊！我们新来的同学呢，要稍微适应一下，尤其要提前好好的预习，好吧？那因为我们的春季课任务非常重，就是给大家说考点、拿分、动题型的，好吧？那第一个相对性状呢，是指的同种生物同一性状的不同表现类型，我们的左撇子、右撇子、单眼皮、双眼皮、直头发、自来卷等。等等等，那么我这个是对还是错啊？你们要学会用一表示对，用二来表示错，一是二否，这样每次来回答问题比较快，你就一二就完事儿。狗的长毛和卷毛，这是相对性状吗？这不是相对性状，长对短，
卷对直，对吧？啊，这是常考的，容易出错的啊。它不是同一性状，长短才是同一性状，长度的问题，毛的长度，然后呢，卷直才是同一性状。然后呢，同学们来看，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刚才咱们也定义过了啊。那个一对相对性状的纯合亲本杂交完了之后，在杂种身上体现出来那个性状就是显性性状，没有体现出来那个就是隐性性状。然后同学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两句话，你们判断是1122还是1221？来看看谁对谁错，这两个赶紧的，小脑袋瓜弦要紧绷，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后续的数学思维，我给大家稍微提一提就得了啊。咱们今天需要消化的比较多，那个数学思维主要放到下一节课解题，好吧？这节课不做重点了啊。你们的这两句话判断不出来吗，同学们？这两句话判断不出来吗？还是说需要一个红包刺激一下？刚才没有给大家发课间效果的红包是吧？周老师给你们上课，不留一分学分在自己手里，所有的学分都要给到你们啊！行了，红包也领完了，能回答了吧？错对，咱们一分也答出来了是吧？好，这红包就这样了啊！来，那给大家说一下，这就是考法了，不是让你背，所以我把笔记都给大家落实下来了。但是你落实下来笔记，你就真懂了吗？所以你看看周老师把所有的每一个考点的考法全都给你整出来，然后让你懂，好吧？那咱们来看一下啊，个体未表现出来的性状是隐性性状，这个是错的。如果人家本身就是小 e 小 e 呢，那人家本身就表现出来的是隐性性状啊，表现这个个体它表现的就是隐性性状啊，这个个体它表现的隐性性状。表现隐性性状，人家就没表现显性性状，未表现显性性状，对吧？你得看看人家是哪个个体，未表现显性性状，所以不是说任何一个个体它都表现不出隐性性状来，人家小 e 小 a 就能表现出隐性性状来，对吧？所以咱们的定义是什么呢，同学们？咱们的定义是杂种啊。杂种它怎么可能表现隐性性状呢？它只能表现显性性状啊，这是我们正常情况来说。所以呢，咱们一说 F1 就是谁啊？就是指的课本孟德尔实验里面那个 F1，F1 不就是杂种吗？是吧？它就是高定的那个嘛。所以它表现出来的肯定就是什么呢？就是啊。显性性状，因此第二个选项是对的，它没有表现隐性性状，懂了啊？所以题目里面不管绕来绕去怎么说，你真的要懂根儿上的东西，全理解了，你才能把它真记下来，否则纯死记硬背。这老师一点都不倡导，不倡导。你说我把课本背了一个遍儿，我就是纯粹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着背下来的，一点用都没有啊！真懂，不管它变着花样的去考，你理解对了也是，做题也会对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性状分离，同学们来看这个对与错，来。赶紧的，再翻去回一二，对与错，抓紧，棒棒的，棒棒的。这个对与错啊，什么叫性状分离？亲代指一个性状，子代出现多种性状，这不就叫性状分离吗？对吧？多种性状，所以我现在给你写的这个，你们自己判断对错。第一节课大家真要适应适应啊！我等等大家。亲代只有一种性状，子代会出现多种性状，这就是性状分离。比如说那个 F1 高净，自交完了之后，后代是不是高 I？叫性状分离，对吧？F2 是不是高 I？所以我写的这个是不是性状分离？这个也是啊，这有什么难回答的？红珠，红花的植株，自交完了以后，后代有红的，有粉的，有白的。有同学，老师，我们这是啥？它不应该是红的，自交完了，后代出现红的和白的3:1吗？告诉你，复杂的情况多了去了。等到后面咱们越学各种题型，下一节课我就给大家说好多乱七八糟，你感觉很奇怪的题型，不是3:1了，各种奇葩的那个数据都出现了。别担心，反正它符合性状分离的定义。
就是你亲代只有一个性状，后代不能出现其他的性状了，那这个不就叫性状分离吗？对不对？它是对的啊，它是对的。好了，然后呢，这个基因的话呢，我就不啰嗦了。显性基因、隐性基因、等位基因，给大家明确一下什么叫等位基因。大 A 小 A 就叫等位基因，大 D 小 D 就叫等位基因。但是呢，你别说，老师大 D 大 D 这一对儿叫不叫等位基因？其实他们是一模一样的相同基因，好不好？别把它叫等位基因了，大 D 小 D 这一对儿才叫等位基因。大 D 小 D 分离就是我们说的基因分离，好吧？咱们用杂种去证明基因分离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实验的。比如回过头来，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点，我不是费了很大的力气让大家去理解什么叫直接，什么叫间接，去能证明基因发生分离了吗？所以呢，咱们在做题的时候，你知道它经常怎么考吗？它怎么考呢？考法。其实跟考法味二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如何用实验证明，请同学们设计实验证明某对儿性状的遗传，某对儿性状的遗传符合分离定律，遗传符合分离规律，符合分离规律。来，你能不能做一个实验，证明出这件事儿来？比如说，一种花，它有红花、白花这一对性状，你能不能证明红白花性状这一对性状是由一对基因控制的？它符合基因分离定律，你能不能通过做实验证明出来？我能啊，我拿一个杂种红花来，我拿一个杂种红花来，然后呢，我直接用花粉鉴定法看它的花粉。一半大 A 的花粉，一半小 A 的花粉，当然你用一些手段，比如染色或者干嘛的啊，那我就能直接证明基因分离。当然，我可不可以用自交法来证明？我拿一个杂种的红花来，我让它自交完了以后呢，我发现它后代红白比3:1了，我也能证明它就是符合分离规律的呀。那如果我拿了一个杂合的红花，然后呢，我用白的那个花来给它进行侧交，结果侧交完了之后，后代分离比是什么？1:1，我也就证明了这一对红白花性状它是符合分离规律的。同学们懂了吧？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做题，题目就让你同学们用实验来证明这一对性状符不符合分离规律，就是这么考的。就是这么考的。周老师呢，还是那句话，只要是单一的考点，我呢在同步课的时候就让你直接对齐高考的程度了。但是综合性的考点不行，一下子考5本书，你怎么可能通过咱们这节课特定的这个知识到达高考的程度呢？是吧？但是对于单一的考点，就是一下子咱们对齐高考的程度，你真的要懂高考怎么出题，你也要懂。好嘞，同学们，那接着往下来，我们的名词这儿呢，除了性状类的，还有基因类的，里面涉及到的点，我都给大家提醒出来。这种题目里面经常考的点，还有个体类的，就是这个个体有什么呢？有表型，有基因型，这些呢都是在说个体，不是在说配子啊，不是在说其他的。就是你这个体是什么基因型呢？你这个体是什么表现型呢？是这样的，你这个体是纯的还是杂的？纯和子、纯和体、纯种，这是同一个概念啊。好嘞，同学们来看看。表现型相同，基因型不一定相同，这句话对吧？对吧？比如说他俩是不是表现型，都是显性，都是高净，哎，所以这个是对的。OK，你比如说高净既可以是什么大 D 大 D，也可以是大 D 小 D，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对的。然后后面我让大家回答一二，基因型相同，表现型一定相同。想想咱们寒假学的东西，周老师给大家的那个大的规律性的思维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基因型相同，表现型一定相同。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想那个什么，好好的把这个东西都懂了，那就好好的跟着周老师上课。如果想说周老师我不想费那么大劲，我只想死记硬背一些东西，那就是跟不了周老师的课了，是吧？基因型相同，表现型一定相同，这句话对还是错呀？对还是错？基因型相同，表现型一定相同，你们呢会有一些误会的想法，这个呢是错的，是错的。
基因型相同，表现型也不一定相同。咱们寒假课最后不是讲那个变异的内容吗？同学们呢，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样子，我们现在什么样，是由什么和什么来决定的呢？是基因加环境决定我们的样子。所以大家不要单一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啊。决定了我们的性状，其实哪怕你就算是大一基因，你最后表现出来的，你也是大一基因，我也是大一基因，咱俩表现到性状上一样吗？你也是双眼皮，我也是单眼皮，你表现出来，比如你是大大宽宽的双眼皮，那我可能比较窄窄的，就算是双胞胎，它的基因都一样，它长得一样吗？这个黑点那个白点，所以同学们想到了吧，就算是基因相同，它的表现型也不见得相同。我问大家，韭菜和韭黄只不过是照光的问题，基因变了吗？没变，那它就一个黄的一个绿的，想明白这件事儿了吗？千万别说老师我学了遗传规律，我就天天闷头去算大 A 基因决定什么性状，小 A 基因，然后就不考虑其他的因素了，因素太多了。你最终的样子不是100%体现你基因的样子，还得看看环境影响你到什么程度。OK 吧，同学们？所以这个你们超级每次容易出错，认为基因一样表现就一样啊，不见得。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纯种和杂种的定义。这个呢，就是你只要这个配子基因型相同，你比如说卵细胞啊，你是大 A， 我的精子也是大 A， 这样的话，精卵结合受精产生的子代是不是就是纯合子？这就是纯杂的定义。只要你的配子基因组成一样，那么它俩结合产生的子代一定是纯合的子代。所以我问大家，如果我的卵细胞是大 A 小 B 小 C 大 D， 如果我的精子也是大 A 小 B 小 C 大 D， 因为你人不可能只有单双眼皮这一对基因，这一对性状，你还有好多性状，好多对基因呢。所以我现在好多对基因在配子里面都给它表示出来，其实还有好多对，我只是表是四对儿。那同学们想想，这个子代是谁？子代是不是就是他啊？同学们告诉周老师，这是纯还是杂？再翻译去回答一个字，纯杂。嗯，那现在我写的这个绿的是纯的个体还是杂的个体呢？这个是纯还是杂？不就是这个答案吗？它不是纯合子，这错了，它是纯，超级纯，符合定义，因为是啊相同基因组成的精卵结合成的受精卵和子发育成的，对，是纯。所以我再说一句话，同学们啊，咱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身体内有好多对基因，不止一对基因，所以咱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杂种。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有的人说了，周老师要骂人，是对的还是错的？以后说他是纯种才是骂人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杂种，你不可能你每一对都是纯的，你怎么可能保证你几万对基因每一对都是纯的啊？说你是极纯极纯的一个纯种，那才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同学们？所以我们平常做题关注的是这一对基因，这两对基因，这三对基因，咱们可是有成千上万对基因呢，好几万对基因呢啊。那么好多对基因都去观察的话，我们不可能每一对都完全的纯，你只要每一对纯就是纯，好不好？就是纯合子。行了，那我们的第四个呢，就是交配类的。同学们来看看交配类的呢，咱们有杂交，有自交。杂交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你像侧交也可以隶属于杂交，是不是啊？但是呢，这个自交呢，它就是跟杂交反过来，它就纯纯的自我交配，不跟别人交，所以越自交越纯嘛，啊，越自交越纯。然后呢，这个自交，同学们注意，我可以给它宽泛一下啊，本来就应该像豌豆那样，它的两性花自己授粉，这叫自交。但是也可以像玉米那样，玉米是雌雄同体一花，所以它自己的雄花给自己的雌花授粉，这也叫什么呀？也叫自交。甚至于给它广泛为什么呢？基因型相同的个体交配啊，哪怕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只要基因型相同，也可以算作自交的范畴。所以自交是不是有这三种情况都算自交啊？啊，就是两性花的那个自我交配，自交。然后呢，雌雄同体一花的也叫自交，甚至于基因型相同的也叫自交。OK 吧，同学们？
好，然后呢，侧交我就不说了啊，就是凡是跟隐性个体交配啊，被侧个体跟隐性个体交配，咱们的都可以叫侧交啊。当然，它可以是大 A 大 A，它也可以是大 A 小 A，反正我就跟小 A 小 A 进行交配就叫侧交。然后呢，还有一个定义，我刚才没给大家提，但是你们应该也很多同学都知道，正交和反交它是一对儿相对的，没有正交就没有反交，就好像你就单拎自个儿，没有兄弟姐妹，你说我是哥哥。你那不是瞎说呢吗？你又没有弟弟，你怎么叫哥哥呢？是不是很简单？所以呢，正交和反交是一对儿的。如果甲做母本，乙做副本，比如说高茎做母本，矮茎做副本，我就叫这个实验为正交。那么矮茎做母本，高茎做副本就是反交。当然，你也可以把后者叫做正交，前者就叫反交，它是相对的。嗯，你必须两组同时做，你别说老师我只做了一组，我管它叫正交，那你胡扯呢？你得两组正反一起都做出来了，然后你说它叫正交，它叫反交啊，这两。组都做出来，你如果只做一组，就谈不上正反交，好吧？啊，然后呢，孟德尔他的那个杂交实验，你比如说 F1，咱们用高的做母本，矮的做副本，其实他反交也做了，嗯，正反交都做了，然后侧交呢，正反交也做了，然后还有这些交配手段，咱们做题的时候超级有用啊，超级有用，还有回交，等到以后应用的时候，解题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说回交有什么意义，每一种交配手段都特别有应用意义。子代与亲本进行交配就叫回交，啊，子代与亲本，当然跟亲本进行相同的个体交配也行，嗯，就叫什么呢？回交，好吧？嗯，行了，有同学说老师这有啥用处？超级有用处，等到后面我再给大家说吧，今天咱们先谈不上了啊。那下面我就把交配类的单拿出来了，看看咱们到底怎么用。所以考点九来了，同学们，不同杂交组合的解题应用哦，这个在解题里面用的特别特别多，比如。我要判断显影关系，如果你连显影都没有判断出来，这个题呢是没有办法做的。所以，我呢可以通过杂交实验来进行判断。如果题目里面给了我这样的一组实验，甲和甲交配，后代出现了乙，好了，这个实验是我爱死了的一组，也就是说，永远永远它是最可靠的一组。我今天就告诉大家了，以后你做题的时候，每一道题里面你都去找这一组杂交结果，就是亲代只有甲性状，后代你甭管它出没出现甲性状，但是后代里面竟然出现了乙性状，我100%判断这个乙啊，当然没有极特殊情况啊，那乙就是隐性性状，甲就是显性性状，这一组是咱们最喜欢用的一组，好不好？当然还有一种杂交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甲和乙，这是代表不同的性状啊，甲性状个体、乙性状个体交配，后代只有甲性状啊，后代只有甲性状，那么。我们就判断甲显乙隐，但是这不是任何情况都判断，不像上面那个，你只要出现了，就一定100%我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不是，这个得是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我才能判断甲显乙隐啊，甲显乙隐。所以我问大家，如果双眼皮的爸爸和单眼皮的妈妈生了一个单眼皮的孩子，我能不能判断单眼皮是显性？你们告诉赵老师能还是不能？假设一个双眼皮的爸爸和一个单眼皮的妈妈生了1万个孩子，这种假设不存在啊，1万个孩子全都是双眼皮，我能不能证明双眼皮是显性性状？能不能？哎，所以你发现啊，周老师给大家加上前提，这个前提很重要，所以咱们才说第一组是最最可靠的。做题的时候你特别喜欢第一组，数量不多的时候咱们可不能判定啊。啊，你爸爸是大 A 小 A 啊，双眼皮儿，然后妈妈是小 A 小 A 单眼皮儿。我们都知道双眼皮儿是显性，单眼皮儿都是是隐性。你说他生孩子不应该是二分之一的双的概率，二分之一的单的概率吗？但是他生了一个孩子，恰恰就是什么呀？小 A 小 A 又生一个孩子，恰恰还是小 A 小，没准他生3个孩子全都是单眼皮儿，这3个你就能判断单眼皮儿是显性性状了？不行的。啊，不行的，所以后代至少有几十个、上百个、上千个的时候，你才能断定甲显乙隐，OK 了吧？这就是咱们做题，你如果不判断出显隐，你根本无从下手，这个题是算不下去的。所以咱们必须秒判断显隐，你才能快速的继续做题。来，同学们看看这4组里面，你最喜欢哪一组啊？一二三四，哪一组让你立马判断出来黑白谁显谁隐？超级好判断，所以秒出。黑白哪个是显性性状？你看哪一组，直接就得出来了。等到后续我们还有更复杂的显隐判断，今天肯定到不了那么的复杂。等到后面因为我们前7讲都给大家讲遗传规律相关的提醒解法，
后面我给大家分析复杂的，今天只分析最根本的这两个，看出来了吗？是不是这一组？这一组就是周老师给大家说的最可靠的那一组，因为什么？因为出现白色的了，所以白色的是隐呢，就这一组你最喜欢用了，因为清代都是黑黑，后代竟然出现白，这还用说吗？对不对啊，同学们？做题就是这么快，来，同学们发题喽，加油！这一道题发题。来，加油！别怕累，坚持着啊！学习不累，那收获不足。这四组是不是全都搞定了？星月 OK 了，棒棒的，玉飞加油啊！浩洋加油！等到下节课的时候，你们学校应该基本上都会学到这一块了啊。所以第一节课，同学们先适应一下。嗯，咱们很多学校没学，所以同学们感觉有吃力的地方啊。子妍可以退出去重新试一下。好，我倒计时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结束了。好，我不等了啊！这个答案呢，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呢应该选择 A 选项。好了，这四组周老师都给大家判断出来了，而且你们自己也要有这种能力。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超喜欢第二组，因为第二组呢是黑母亲和黑父亲，后代呢竟然出现了白羊。嗯，后代竟然出现了白羊，紫妍棒棒的啊！好了，那后代出现了白羊，说明白是隐性，黑是显性，而且呢，我立马推出来了。那第二组应该是大 A 小 A 和大 A 小 A 杂交，后代有大 A 大 A 一，大 A 小 A 二，小 A 小 A 一，也就是性状分离比是3:1，这不就是咱们自交的典型的那个数据吗？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第四组其实也比较 OK，第四组就是刚才周老师给大家说的，你只要数量足够多的话，那么我们只。就能判断你甲和乙后代只出现甲，那乙那个性状隐藏起来了，也就是说它是大 A 大 A，它是小 A 小 A，那么后代都是大 A 小 A。那这个时候呢，这道题我们呢认为第四组呢也算 OK，反正最可靠的是第二组，嗯，所以第四组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黑是显性，白是隐性，隐藏起来了。那我们猜测呢，它应该是大 A 大 A，它是小 A 小 A，它呢后代全都是杂合子，所以全都是显性。然后第一组呢就应该是侧交的那一组，大 A 小 A 小 A 小 A 后代。呢1:1黑白，然后这一组呢没什么，全都是小 A 小 A 了。现在他说的是，我们拿四组的黑雌羊，四组在哪里？就是这个家伙呗，这个家伙不是大 A 大 A 吗？对不对？和什么呢？和这个二组的黑雄羊，二组的黑雄羊在哪儿啊？黑雄羊是这个，是不是？和二组的黑雄羊是这个，你看看这个你自己不知道这个数据吗？同学们啊，它只产生什么？大 A 配子，它产生两种配子，大 A 和小 A。你说后代什么情况？周老师多余给大家还写配子，你们必须把一对的数据掌握的棒棒的。所以后代全是显性，就算你写上1:1，它也是基因型比例，它也不是表现型比例。表型它俩都是显性，所以我们的答案所有后代都是黑色。
OK 吧，就这么最最基本的一个小破题儿啊，所以呢，我就提醒大家，你们必须得什么呀？必须得别指着咱们的同步课，周老师给大家教一加一啊，一加一就是你必须得会的，在此基础上，我要给你总结考点、考法和题型啊，要不然一加一不会还怎么跟课呢？是吧？周老师第一节课比较这个。就是真的想多嘱咐大家，后面的课那就咱们就该怎么来怎么来了啊！所以同学们记住，咱们的一对的所有的这些数据，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每一组亲代杂交组合，它后代是什么情况，你是不是都得清清楚楚，数据在心呢？你说这道题算啥呀？刚才咱们做的这道题，这道题应该不费吹灰之力呀，同学们。应该不费吹灰之力，我再来给大家做一道题。来，同学们，这道题你能不能神速的来确定哪个性状显，哪个性状隐，是抗病还是不抗病感病啊？来，就是为了让大家会哦，我给大家哪怕多做题，咱们呢拖一拖，咱们也要实现该有的目的啊，不能稀里糊涂就过。你们加油，你们自己判断，学会是根本。自己判断。这数据立马就上来了，这题真能判断出来。一下子把显影判断出来，而且呢，头脑里面把每一组对应的杂交组合都能想明白了。婷婷看到你了，加油啊！好嘞，我倒计时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一，结束。来，这道题呢，咱们应该选 A 选项。你看看我们的 A 选项是不是立马就能判断出显影关系来了？因为亲代没有那个性状，后代出来这个性状，这个性状呢一定是隐性性状，而且周老师呢立马就能判断出来，这个 A 组的杂交组合应该是大 A 小 A 自交，后代呢会出现抗病感病3:1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同学们啊？所以 A 组呢是我们最喜欢的、最可靠的那一组。亲代只有抗病性状，后代竟然出现了感病性状了，说明感病性状是隐性。然后你看看 B 这一组，能推出抗病性状是显性还是隐性吗？完全推不出来。你看我写的这三种情况都 OK 的。如果抗病是大 A 大 A 大 A，就是抗病是显性，那符不符合我写的第一种情况？符合呀。如果抗病是显性，符不符合我第二种写的情况？也 OK 呀。也 OK，反正全都是抗抗抗嘛，一通抗嘛，对吧？那如果抗病是隐性呢，也 OK 啊。小 A 小 A 和小 A 小 A 后代都是小 A 小 A，所以你判断不出什么东西来。
然后呢，同学们来看看 C 这一组，C 这一组，周老师给大家写了两种情况，绿的一种情况，红的一种情况。总之吧，我能判断 C 这个组合它属于侧交组合，但是呢，你能不能判断它到底是绿的情况还是红的情况，也就是显影关系，你能判断吗？抗病到底是大 A 小 A 还是小 A 小 A？感病到底是小 a 小 a 还是大 a 小 a，能断定吗？所以虽然我能知道 c 是侧交组合，但是我不能知道谁显谁隐，是不是啊，同学们啊？然后四 d 选项呢，跟二 b 是一个德行，就是亲代也全都是感病的，子代也全都是感病的，你能推出什么来？什么都推不出来，好了吗？这道题想通了的同学，在发言区给周老师回个六啊，还有没有没跟上的？啊，周老师又给大家巩固了一道题，来好好的训练一下咱们的熟识，我们所有的判显隐，还有熟识咱们刚才给大家强调的我们的每一种杂交组合呀。好嘞，同学们棒棒的，周老师看到你们了，竟然有同学已经结束了，王凯你真棒啊！好了，那咱们接着往下看，哎，周老师给大家真的都是按考点，全都把它搞懂啊，咱们。刚才啊已经说了，我们的这个显影判断，利用不同的杂交组合，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看，再接着往下看我们的判显性个体的成长。隐性个体你不用判，咱们特别爱隐性个体，因为隐性个体它就是小 a 小 a，你一看它是隐性，我就能判断出它的基因型来。但是显性个体我判断不出来。如果是高净，我哪知道它是大 D 大 D 还是大 D 小 D 啊，对不对？所以判一下它的纯杂，也就是判一下它的基因型。咱们呢有两种方案，要不然你用自交，要不然你用侧交，都是 OK 的。你比如说这个啊，这不是咱们碰到的经典的问题吗？我想知道这株高净豌豆它到底是纯合的还是杂合的，你怎么办？而且还要求了用最简便的方法，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呢？用自交的方法。你就放在那儿，别管它，就这一株啊，你就放在那儿，甭管它啊。然后你让它自己自交完了之后呢，你看子代，若子代怎么着啊？啊，性状分离且分离比3:1，则这个家伙它就是杂的呀。如果子代怎么着啊？全高，根本不性状分离，那这个家伙它就是纯的呀，大 A 大 A 呀。它就是杂的，大家想，所以你用自交就完事儿了。我问大家，咱们可不可以用侧交啊？其实也可以，但是你明明可以用自交，你不用管它，你还费劲巴拉的拿一个小 a 小 a 的来跟它交配，干嘛呢？多烦呢，还得人工进行异花传粉，多麻烦。所以人家说用最简便的，好不好，同学们？所以周老师这儿给大家归纳的是什么？你能自交的你就自交。不能自交的，你当然可以用侧交的方法。你比如说上面这道题，这个呢就是什么？就是在哪儿呢？同学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它是什么呀？它是猪，猪哪能自交呀？所以我们就只能采用侧交的方法。但是侧交方法呢，你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得让它跟多头母猪产，去产多头子代小猪，你不能说产下一头子代小猪，产下10头子代小猪，全都是什么黑色的啊？你现在这个公猪，这个公猪啊，雄猪，它到底是大 A 大 A 还是大 A 小 A？你怎么断定啊？啊，如果它跟母猪生下10头小黑猪来，我就能断定它这里一定是大 A 大 A 吗？也不见得。啊，因为同学们知道大 A 小 A 和小 A 小 A 后代也有机会生出什么呀？啊，白猪、黑猪，那没准儿它恰恰是生那个二分之一的黑猪，生一头还是二分之一的黑猪，生一头还是二分之一的黑猪，但是你不能排除它是大 A 小 A 啊，对吧？但是如果它生后代生了100头小猪，全都是黑的，那大概率这个家伙就得是什么大 A 大 A 了，不能是大 A 小 A，他总得有一个白的吧，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侧交来进行判断的啊。养猪场呢，养马场呢，都需要配种的。如果它是纯的，我就把它留出来了，留下来了，这个猪肉也好，又强壮，又不容易得病啊，什么之类的，同学们知道了。所以对于不能自交的，咱们就用侧交法来看看它到底纯还是杂。对于能自交的，那咱们就尽量的用自交就 OK 了。有同学说，老师能自交的那个我可不可以用自交？可以啊，你不嫌麻烦你就用呗，是不是？好嘞，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二类
咱们的考题的时候涉及到的不同杂交组合在解题里面有什么用处，就是我们判显影个体显性个体它到底是纯的还是杂的，你可以用自交方法去进行判断，你可以用侧交方法去进行判断，那么标准的写法周老师都给大家写在这里了，所以你这儿这个词要记得很清楚啊，我都画出重点符号来了，很可能是纯种，你别认为它的后代都是黑的啊，都是黑的就一定是纯种，它没准也是大 A 小 A， 但是大概率它应该是大 A 大 A 了，好吗？就是这么去解题啊，这都是解题的标准说法，下面啊这个红字答案。好嘞，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咱们最后的一个问题，在此之前呢我给大家呢再做一下题啊。来同学们，哎，这道题白给分了，同学们啊，相当于咱们刚才给大家说的，看好了啊，一个是老鼠豚鼠，一个是豌豆，问你最简便的方法啊，用最简便的，来我多给大家点学分你们都能拿到吧，我想知道它到底是纯的还是杂的，因为高净它呢就是显性，要么是大地大地，要么是大地小地，黑色是显性啊，要么是大 A 大 A， 要么是大 A 小 A， 现在呢我想测一下它到底纯还是杂，来同学们加油，十个学分拿到手拿到手哎呀，同步课大家一定累，累点没关系啊，预先这么棒，已经卓越了，收获是我们的目标，小胖姨棒棒棒，他们加速啊，这就相当于刚才咱们的答案讲的那两个答案，刚才我们不是讲了一个猪一个豌豆吗，好，陈老师准备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结束。好嘞。我们的答案应该就是四 D 选项啊。对于不能自交的，咱们呢就侧交了，像小豚鼠，我用侧交去测一测，如果它的后代呢都是黑色，用这个黑色的小豚鼠跟一个白色的豚鼠进行交配啊，然后呢，如果它的后代比较多的啊豚鼠，如果都是黑色的，那我认为它就是大 A 大 A。所以呢，用它，它如果是雄鼠的话，那么要跟多对雌鼠。要跟多个雌鼠进行交配，产生好多个后代才行啊，产生一个后代基本上判断不了什么。但是如果它的后代一旦出现小 A 小 A 白鼠的话，那它一定是杂合子，好不好？这个呢就用自交，自交完了之后呢，如果后代出现性状分离，它就是杂合子；如果后代不出现性状分离，咱们叫稳定遗传，稳定遗传就是纯合子，好吧？就是大地大地。行了，这道题呢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同学们来看一下，这道题。这道题不能确定该植株基因型的哪一个不能确定呢？哪个不能确定？看好了，玉米的这个就玉米粒儿，它的球是什么呢？显性，扁球是隐性，球对扁是显对隐的关系。然后呢，你们自己来判断一下这道题，加油。现在这个球，这个球到底是大 A 大 A 呢，还是大 A 小 A 呢？你自己判断呢，自己判断，要不就用侧交手段，要不就用自交手段。
不能确定的啊，你别选能确定的。你猜猜这株玉米是大一大一呢，还是大一小一呢？你不是要么用自交法，要不用侧交法吗？如果自交后代出现3:1，它就是杂合子大一小一。如果是侧交后代出现1:1，它就是杂合子大一小一。如果不管自交还是侧交，后代都不出现性状分离，所有的后代都是球形的，那说明它就是大 A 大 A，是不是？这不就是最基本的题，在考我们学过的这个点吗？行了，这题我要收题了啊！10、9、8、7、6、5、4、3、2、1，结束。好嘞，这道题呢，判断不出来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4D 选项。你看，这老师把这个情况，如果它是大 A 大 A 重合的话，你看它自交就后代全球，自侧交后代也全球。如果它是大 A 小 A 杂合子的话，那你自交后代就是性状分离比3:1，然后侧交后代就是1/2，1/2是这样的吧？所以 A 选项自交3:1，那我们能判断它是什么呀？它是大 A 小 A。能判断出来是吧？那如果跟接扁球的进行杂交，这是不是就是侧交啊？如果是侧交，后代全都是球形的，那我就能判断出来它是大 A 大 A，是不是就是这个？对不对？是不是就是这个？刚才这个呢，就是这个，能对上吗？所以呢，它也是对的。C，该植株与扁球还是侧交？如果后代出现扁球了，后代有扁的，那它就应该是什么？它不就应该是我这一组吗？说明它是大 A 小 A 吗？对不对？这不就能判断出来吗？对吧？那该植株与另一植株接球的，哎呀，这能判断出什么来？它本身是大 A 横线，你不知道了，你再跟另外一个球，你也不确定它是大 A 横线还是大 A 大 A，所以啥也不知道。有可能是大 A 大 A 和大 A 大 A，也有可能是大 A 大 A 和大 A 小 A，也有可能是大 A 小 A 和大 A 大 A，也有可能就不可能是那个大 A 小 A 和大 A 小 A 了，因为他说子代全都是球的，那你根本判断不出来，你这个家伙是大 A 大 A 呢，还是大 A 小 A 呢？你根本判断不出来。反正这三种情况，这是另外那个球，另外那个球，另外那个球，这三种情况后代就全都是显性。你如果用另外一个球，另外一个球是大 A 小 A，如果这个球也是大 A 小 A，它后代就会出现3:1。但是他说了，后代全是球，后代全是球，就是三种情况呗。这三种情况你也不能断定这个球它到底是大 A 大 A 纯还是大 A 小 A 杂呀，是不是？什么都判断不出来。所以这道题错误的就只有 4D 选项，OK 吧？判断不出来的就是我们的 4D 选项。来，同学们，最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呢不是周老师所推崇的，但是呢很多的什么课程或者老师会给他说，你看。你把这个数记下来、背下来就行了。周老师不太提倡就是我们第三条，我们可以用自交的手段，且多代自交的手段，给它干嘛呢？给它去培育显性纯合子。因为你手里如果有这个家伙，同学们来看，这个家伙，你的育种目标，我想得纯种，你的育种目标是谁呢？是大 A 大 A。是大 A 大 A，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自交，因为自交越交越纯嘛，它那个杂合子就会越少，所以我们的手段就是连续自交或者叫多代自交。赵老师呢直接把公式给大家写在这儿了，但是呢这不是什么就觉着哎呀老师我背下这个公式来，那人家高考题里面考过这个公式吗？不考呀。
但是我们很多老师给大家说的时候就，哎，你看这种大招，你背下来到题目里面，夸一下就解题，这样的题周老师并不喜欢，因为高考题不这么考。这样的题并没有什么太大太大的意思，同学们，这是我们的那个课本上的考题，就直接让你背这个数就完事儿了，好吧？那咱们呢也是该记的记一记就完事儿了，不用再记特别复杂的。同学们来看一下，如果我手里有大 A 小 A 你不要就觉得老师你让我背的越多大招越好，没有意义啊，就老师不喜欢同学们那样去想问题，那样其实对大家是不利的。来，同学们看一下，你只要这个思路能推出来，总结出一个数学公式来就 OK 了啊。这个大 A 小 A 呢，我给它自交一代，你会发现它出现性状分离了。大 A 小 A 自交完了以后，不是后代是1/2的大 A 小 A，然后1/4的大 A 大 A，1/4的小 A 小 A 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你再给它自交一代，这不是自交一代吗？自交两代，这你把它想成豌豆就行了。豌豆它就是一代一代，你不用管它，它就自己在那交配，自我交配。再自交，然后你会发现，如果再接着自交，不跟别人交啊，这四分之一大 A 大 A，它自交完了以后还是四分之一大 A 大 A，后代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这四分之一小 A 小 A 呢，它自交完了以后呢，还是四分之一小 A 小 A，唯有中间这1/2大 A 小 A，它自交完了之后，你看看它是不是又出现性状分离了？但是它前面带着一个1/2的系数，所以你把它乘出来，你会发现，1/2乘以1/2。它的大 A 小 A 其实是变成了四分之一，然后它的大 A 大 A 变成了1/8，它的大 A 小 A 小 A 小 A 也变成了1/8。你把这个1/2的系数乘出来嘛，然后你会发现，我把它加在一起，1/4大 A 大 A 加1/8大 A 大 A，那是不是就是1/3大 A 大 A？同理，这边也是1/3小 A 小 A。哎，同学没有发现，老师啊，我发现了，自交了一代，它的杂合子变成1/2。自交了两代，它的杂合子变成1/4，两边的显性重合和隐性重合是对称着的，发现了吗？对称着的。然后我再自交一代，你就接着往下算呗，它就变成了1/8的大 A 小 A，然后两边呢是对称着的，我就不给大家啰嗦的写了，好不好？所以咱们的数学公律规律公式咱们就记下来了啊。那大 A 小 A 自交 n 代之后，杂合子占多少？占2的n次方分之一。这个还是可以快速的记一记的这个做题还是可以快速的记一记的比如说我连续自交了这个三代那个杂合子是多少？那就是1/8啊。我连续自交了四代呢，那就是1/16啊。我连续自交了五代呢，是不是啊？同学们就能够一代一代2的n次方这样算下去，而且你就会发现越自交越纯，杂合子的比例逐级下降。OK 吧，然后呢，两边的大 A 大 A 和小 A 小 A 重合子它是相等对称的，所以等于什么呢？等于1/2的n次方分之一除以2。所以如果自交三代，那就等于什么？1/8除以2等于7/8等于16/7，行吗？同学们，就这么算就 OK 了。当然呢，我们有的时候，比如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那个咱们课本上那个题，它呢还会让你记另外一个公式，也就是说我逐代淘汰。这个你记一下，你课下自己可以先数学规律推算一下。周老师呢不希望大家死记硬背了没有意义因为高考题从来不考你这种玩意儿你背那么多东西有啥呢？有啥用呢？逐代淘汰。你就自己会算就是最王道的逐代淘汰小 A 小 A， 因为我们目的就要大 A 大 A 啊。你反正逐代自交下去，大 A 小 A 比例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小 A 小 A 我一看就能看出来，我直接淘汰，因为性状不一样。最怕的就是他俩混在一起我看不出来，但是我逐代自交这个家伙就越来越少，是不是啊同学们2的n次方到代数比较多的时候几乎那个杂合子就没了，所以剩下来就是大 A 大 A 的。我逐代淘汰小 A， 也就是说我第一代把小 A 小 A 淘汰，那也就意味着什么你不是1/2:1吗？也就意味着它成了1/3，它成了1/3。所以1/3和1/2再自交下去，然后你再去算，每一代我们都把小 A 小 A 给它不要了，每一代都把小 A 小 A 给它不要了。所以那个的话逐代淘汰小 A 小 A 的话，那 N 代之后它的那个数据杂合子占多少呢？占2的不是杂合子应该是纯合子，同学们
因为我们是要算那个纯核子占比是多少的啊，也就是显性纯核子，它应该等于二的 n 次方加一分之二的 n 次方减一。你们课下推一下好不好？赵老师不推荐大家老是死记硬背东西，但是我给你写出来啊，因为好多这个课程资料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给大家说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哎，怎么周老师你让我们背的那么少啊？不是那意思，因为考题它很少让你这么死记硬背这玩意儿啊。那大一小一就剩下多少？这个也好记了，就是二呗，它俩加一块儿就是100%呗，因为把小一小一淘汰了。你们课下自己推一下这个好不好？我现在不带着大家推了啊，你加这一块儿就是二的 n 次方加一分之二的 n 次方加一。OK，好嘞。然后呢，这一道这个数据你们看一下也知道了，这是纯核子，纯核子是谁？大一纯核子和小一小一纯核子两个嘛，所以显性纯核子或者隐性纯核子占一半嘛。大一占一半，小一小一占一半，它俩加一块就是这个线。然后这个线呢，肯定就是杂合子，随着逐代自交，它就越来越沉，越来越沉。这个曲线呢，你也能看明白什么意思就行啊，不用非得一代一代计算好多代，太烦了，是不是？然后呢，同学们来看一下这道题，你们课下去算。我在这儿先不带着大家去算了啊，因为你们课上算的头都大了，我看大家的这个跟的就比较累嘛。来，同学们，这道题我直接给大家学分了啊，咱们应该选的错误选项是2B 选项，可以先算。下一节课来了，全是算题，做好准备啊，下一节课都是解题方法。题型和数学算法，本节课是打底的，给大家，而且第一节课同学们可能准备的也不那么充分啊，什么之类的，适应一下。第一课任务比较艰巨，我会让大家都紫的。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结束。来，同学们，后面的内容呢，我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呢，重点咱们呢下一节课的时候要进行解题。题型归纳啊，来，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规律性名词。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模拟实验，就偷偷上线几分钟啊。那同学们，这个呢是模拟那个数据的，所以它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数学思维。所以同学们呢，先来理解数学思维。但是好在这个题目啊，这个实验，模拟实验，性状分离比模拟实验。啊，就这个甲乙小桶代表的是我们的雌性的这个生殖器官，雄性的生殖器官里面的红蓝小球代表的是卵细胞两种，精子两种代表的是这个意思，对吧？那里面的考点我全都给大家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我在这儿先不说，你们自己先看好不好？那你看这个实验过程，那小球都代表什么，然后怎么抓，然后最后数据怎么样，好不好？这涉及到数学思维的问题，然后这道题给大家说答案，然后。你们自己课下先去做啊！这道题我们选的应该是四 D 选项，应该是四 D 选项。他说不合理的啊。这个模拟实验，它就是让大家去真的理解数学数据的那个思维，数学的数据思维。我为什么每次抓了都得扔回去？为什么抓的时候我要把它糊弄的摇晃的特别均匀呢？对吧？这里面都涉及到数学思维。狂搂学分最好啊！狂搂学分。周老师给大家涉及到的数学思维都是为下一节课服务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老师，你下节课不讲这个数学思维，下节课重点讲啊。我提前把这个内容做到第一讲，是为了让大家提前用到，因为你再过一周，你学校里面就要用了啊。周老师是这个目的啊。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结束。但是我们今天基本的考点全都给大家归纳完了。
好嘞，不等了，手速快一些啊。然后呢，我们的数学思维里面，周老师三个点在寒假已经给大家强调过了，你们自己再注意一下。一个就是我们数学上的两大算法，一定是在我们的遗传规律里面，就是用这两大算法解题，没有别的了。一个是加法，一个是乘法，好吗？下一节课解题必须得用。哦，加法和乘法，这个是分类的意思，或的意思，就是你是大 A 卵，你就不能是小 A 卵，所以你应该是二分之一的大 A 卵加上二分之一的小 A 卵加一块儿是所有卵细胞的情况，所以分类或就是什么？就是加法，你排斥不能同时出现。你说这一个配子里面，你不是只能留下一个 A 吗？你要不留大 A，要么就留小 A，你不能大 A 小 A 都留下，对吧？所以呢，这是加法啊。周老师都给大家举了一个遗传学情境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数学思维。然后呢，乘法呢就是独立事件，你精子是精子的，卵细胞是卵细胞的，咱俩没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是咱俩受精的时候就要同时出现，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乘法了，就用乘法了。你还记得周老师给大家用这个贼典型的牛郎织女，让你来理解所谓加法和乘法的意思吗？他俩相遇就是乘法，这边两种织女，这边两种牛郎，相遇有四种相遇方式啊，那么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大 A 大 A 就是四分之一大 A 大 A，所以这四种相遇方式加在一起，要么这种，要么这种，要么这种，这是分类嘛？分类加在一块就是所有的相遇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咱们的那个一比二比一，那个大 A 小 A 为什么是二？因为它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大 A 女遇小 A 郎，一种是大 A 郎遇小 A 女。对不对？所以这两种情况千万别认为是同一种情况。有同学就老师，那个大 A 遇小 A，小 A 遇大 A，那不是两种算一种情况？谁告诉你啊？这是四种情况，这是乘法，好不好，同学们？而且我还想问大家一件事儿，所以你懂什么叫加法，什么是乘法？我下节课还会给大家强调，只不过今天打打底，省得你学校学的时候糊里糊涂，然后下节课算题的时候糊里糊涂，先给大家打个底啊。那我再问你，可不可以这边有100个织女啊，然后呢50个大 A 织女，50个小 A 织女，这边有1万个牛郎，5000个大 A 牛郎，5000个小 A 牛郎，你们觉着 O 不 OK？可以吗？可以吗？他俩算什么？他俩算独立事件。他俩算独立事件，谁跟谁也挨不着。就是我的精子和卵细胞两个过程是独立事件。你产生你的精子，我产生我的卵细胞。我可以有10亿个精子，那你卵细胞可以有100个、100个呗？你只要大 A 卵细胞和小 A 卵细胞一比一就行了。你只要大 A 精子和小 A 精子一比一就行了。我管你几十亿个，我管你几百个呢。对不对啊，同学们？所以它俩在数量上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好，这是周老师给大家强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呢，你一定要懂加法和乘法，要不然你遗传规律甭学了哦。数学的加法和乘法搞不清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数量和概率，它也不是一回事儿。数量和概率，你看我举的这个例子是不是很清晰？就是咱和双眼皮父母生了四个孩子，咱和双眼皮父母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那按理来说，他生孩子应该是四分之三双的概率，四分之一单的概率，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生了四个孩子一定是三双一单啊？不见得，没准生了四个全是单眼皮也搞不准，因为才四个嘛。对不对？每生一个都有机会，四分之一的机会是单眼皮嘛。但是如果你是生了4000个孩子，那大概率就是3000双1000单了。所以记住，数量越多越接近概率，好吧？这是第二个在数学思维上大家必须得懂的啊。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周老师给大家总结的，你们把正确的数学思维一定用到咱们的遗传情境里面，这是生命过程，这边是数学思维，你得正确的想法，你别数学思维想错了啊！遗传情境这边是遗传情境，所以你看看左边和右边，你对不对得上？那子代数量不等于配子数量，这个太正常了啊。那个父亲产生了4亿精子，才剩下一个你来，对不对？所以咱们通常考察的时候说，侧交子代的数量能反映被侧个体产生的配子数量，那个是错的。
经常考那个选项，它数量反应不了，但是呢，它可以反应比例啊。咱们说通过子代的种类和比例可以去反推被测课题的配子的种类和比例，但是数量反应不了，好不好啊？子代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反映配子的那个比例啊？好不好啊？比如右侧给大家说的，如果子代大于小 a， 小 a 小 a 一比一，那反映它产生的那个配子就是大于小 a 一比一，就是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我们的加法自己看一下。然后精子和卵细胞两个过程是独立的，如果同时考虑，那也就是受精的时候呗，咱们用乘法。所以你产生大 A 小 A 两种各占二分之一，你产生大 A 小 A 卵细胞各占二分之一，所以大 A 大 A 不就意味着大 A 精子遇上大 A 卵细胞二分之一大 A 遇上二分之一大 A， 不就是四分之一大 A 大 A 的概率吗？用刚才的我们的这个小模拟是不是就 OK？ 所以你这个模拟懂了，这个模拟有什么不懂的呢？就跟刚才的牛郎织女是一个意思，发现了没有同学们？你关键课下自己研读一下周老师给大家的笔记页，里面全都是考题里面精准的一些理解，我都给大家描述出来了。好，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这里面这个点，其实是让大家用数学思维初初的试一试能不能算题的。来同学们看一下，第一个，大 A 小 A 和大 A 小 A 进行交配，精卵结合方式，回答周老师有多少？这是用乘法，它能产生两种卵，大 A 小 A， 大 A 的卵，小 A 的卵，它能产生两种精，所以牛郎织女的那个比喻是可以的吧？两种精模拟大 A 和小 A， 所以精卵结合方式用什么呀？用棋盘格也是 OK 的，多少乘法呀？二乘二得什么呀？得四啊，是不是啊？你精子不是大 A 小 A 吗？对吧？卵细胞不是大 A 小 A 吗？所以你看画棋盘格是不是四种相遇的情况？千万别再告诉周老师说，老师你看看这个格和这个格，它俩是同一种情况，不是的，一个是大 A 卵遇小 A 精，一个是小 A 卵遇大 A 精。这是两种不同的相遇情况，所以呢，所以一个群体中如果雌雄都有这两种基因型，他们随便谁跟谁交配都 OK， 当然是雌雄之前啊。那交配类型，同学们翻去跟一跟，说交配类型有多少种呢？交配类型有多少种？你看看，雌性个体有什么呢？大 A 大 A 大 A 小 A。雄性个体，咱们坚持两分钟啊，周老师给大家把最后的思维说一说，方便你下周用，方便你这个下周在学校的时候能用上。好，来，同学们来看看，它有几种的交配情况，看出来了吗？有四种交配情况，可以是大 A 大 A 和大 A 大 A 交配，也可以是大 A 大 A 和大 A 小 A 交配，也可以是大 A 小 A 和大 A 大 A 交配。千万别认为这两个格是一样的，不一样啊！这两个格，一个是雄大 A 小 A 遇上雌大 A 大 A， 另外一个是反交啊。然后最后这个呢是大 A 小 A 遇上大 A 小 A， 所以呢有四种交配情况啊，有四种交配情况。但是下面周老师呢给大家啊看这两小问，是不是刚才我们的正确数学思维，是不是要求雌性个体必须一千个，雄性个体必须一千个？不要求，你雄性有啊一万个，我雌性有五百个也 OK 啊，你只要符合他说的这个比例，你不是占三分之一吗？我不是占三分之二吗？你不是占三分之一吗？我不是占三分之二吗？就 OK 啊，所以你就可以进行计算了呀。他问你，如果是这种情况，子代小 a 小 a 占多少呢？你有发现，老师你上来都教我怎么算自由交配的题了，所以自由交配不是什么啊了不起的题型，是从根儿上知道数学算法了就行。我在这儿初初的给大家试一试。那么如果这一群乱七八糟的交配有这四种交配方法，你把每一种交配后代都算一算，看看它能产生多少小 a 小 a。这个后代产生不了小 a 小 a， 这个也产生不了，这个也产生不了，唯有最后这个能产生小 a 小 a。 但是呢，这个是占比多少？是三分之二的大 a 小 a 遇上三分之二的大 a 小 a 的概率，所以应该是三分之二大 a 小 a 和三分之二大 a 小 a 交配，后代应该是什么？三分之二乘以三分之二乘以四分之一等于九分之一的概率，就是这样，就这么快就能算出来。所以初初试一下，下节课我才给大家落实题型啊，下节课这样的题型全都给大家
概括出来、总结出来，然后呢，不要求，完全不要求。然后下面这个你看看，哎呀，说周老师你怎么这么超前，把这配子比例不相等的你都给我出出来了，看看是不是稍稍有出出的感觉。如果 F1 的精子就是咱们经典实验里边啊，经典实验里边 F1 卵细胞，它不是 F1 自交吗？卵细胞是正儿八经的大地小地各占1/2，然后呢，精子现在出事儿了，它不是大地小地1:1了，而是什么呢？精子2/3的大地啊，1/3的小地，看到了没有？2/3的大地，1/3的小地，然后问你小地的占比，那。就直接是不是就出来了？用乘法直接就出来了，1/6啊！看这个格，是不是1/6小弟小弟？然后我不用说了，性状分离比你也知道了吧？剩下这三格加出来应该占1/5吧？所以5:1。同学们有什么难的？所以你从根上会了，它各种啊奇奇怪怪的题型，下节课我都给大家总结，好不好？各种数据不再是咱们的什么3:1的数据啊什么的，你就都懂是怎么回事，根上的。思想和算法会了，好不好啊？跟上思维和算法会了，来吧，同学们，这道题直接课下自己算一算啊，这道题算一算啊，每个人都要炒饭了啊，我把题目给大家发出去，来吧，来，我把题目给大家发出去。最后2分钟咱们就结束啊。有同学着急上下面的课了，对吧？咱们下一节课一定提前预习啊，用周老师的课件，然后呢，把课本上的题好好的提前做一做，好吧？我们加速。好，我来倒计时，10、9、8、7、6、5、4、3、2、1，结束。好嘞。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应用的这个点，这个考点呢没什么的，前面呢都给大家讲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杂交育种还有什么呢？你是用自交的还是用侧交的？来看看它是纯种啊，是不是纯种？就是前面呢都给大家讲了这个思路了，所以你自己看一下就行了。还有呢，就是人类遗传病相关的一些问题，简单做一些小计算就行了，但是呢，复杂的算法咱们这节课不讲，好不好啊？这个加气图也要认的，这是男的，这是女的，然后横线代表他俩结婚，竖线代表他俩生孩子，黑的就代表有病的，一代表第一代，二代表第二代，这个加气图呢大家要认的啊。然后呢，同学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道题和这道题，同学们课下都算一算，简单的小小题儿计算一下就行了，都是特别简单的计算。来，这道题呢是选择 C 选项的。然后下一道题我们应该是选择 B 选项啊。来，同学们，我给大家发布出去，这是咱们最后的2道题了。课下记得算啊，这几道题课下呢都记得算一下。还有不紫的吗？不炒饭的吗？应该都炒了吧。最后发的这几道题。一飞，好，棒棒的。全紫了是不是？紫了就都好了，我都看见了。梦如，课下一定要算啊，下一节课我都带着大家算，把数学思维先消化消化啊。周老师提前给到大家了3个点：数量不等于概率，然后呢，我们的加法和乘法的问题，还有呢，咱们各种遗传情境里面用哪些正确的数学思维。是不是？这3个点。好，10、9、8、7、6、5、4、3、2、1。结束了啊，
不等大家了。上个题我也给大家发一下。这个题也给大家发一下。最后一个学分儿。下了课记得下载笔记啊，好好的自己再整理整理。收益看到你了，还有于潇、志凯、郑华。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结束。来六，同学们，下了课自己好好整理整理啊！我们重点说的是这些考点。题目里面都怎么考，赵老师一点一点全都在笔记给大家写出来了，再搭配上赵老师课上的深入的讲解，你自己都要懂，好不好？然后下面这个数学思维呢，是我们下节课主要的任务，好吗？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差不多了，发最后一个红包，咱们赶紧撤吧啊！第一节课呢会要剩一下，尤其是我们的提前做做咱们讲义上的题，加油啊！拿完红包就撤，跟郑老师 say 拜拜。好，拿完了红包就可以撤了啊！十个考点啊，十个考点，华欣呐，啊，你要加油哦！周老师发了这么多道题，然后你还没有那个子呢，下节课希望看到你子，好不好？嗯，加油加油！行嘞，红包结束了，周老师点击下课了啊！同学们，下一节课再见，下一节课一定要努力了，下一节课全都是题型和考法和解题方法和算法，来，同学们，拜拜。红包结束，点击下课，有问题找辅导老师啊，下载笔记下了课啊。